馆长、副馆长，咱各局处的主管，各位同仁啊，各位媒体记者啊，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九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11月8日上午9时06分，地点本会议室厅，出席陈副议长余悦等6人。列席张县长花冠等26人，来宾各报社记者等18人，主席陈副议长余悦，秘书长黄尚文，议事组主任张彦博，记录卢正道、林云、王立璇、黄旭平、李静荣。主席宣告开会：一、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议事日程；二、议事组宣读第八次会议记录；二、县政总质询以业务质询；三、主席裁示议员所需之资料，请各局处应依其需求确实提供，并于3天内送至本会。四、散会上午11时37分以上。咱上次会议记录干有啥物个？无吼，无咱较紧啦吼。啊，咱今天排定的议事日程嘛是接顺啦吼。啊，一个人50分，不可以超过50分钟。若要借时间呢吼，爱有议员现场直接同意干啥吼？咱即摆今天是我们10新中议员吼，第一个吼，咱开始来。我们最亲爱的议长，还有我们的县长哈，还有我们县府的各局处首长，还有莫议员来哈，还有我们所有的我们媒体记者好朋友大家早哈，今天轮到我市政咨询哈。我是代表阿里山原住民以及18乡镇的原住民的所选出的议员哈，今天轮到我咨询哈，我在这里哈，跟我们议长、县长哈，还有局处长哈，特别报告哈，就是我们下年度哈，就是我们县长的市政总报告里面的资料哈，我觉得县长的那个总报告资料讲得非常的好。也是我们嘉义县未来的新希望，也将来带来我们嘉义县的幸福哈。所以说，本人呢，本席哈，对我们县长的下年度的市政总报告的资料哈，全力的支持哈，啊，拍拍起来好不哈？全力的支持我们县长的市政总报告资料。拍拍起来哈。好，谢谢哈。我们在这里就是，我们。阿里山乡是嘉义县的一个唯一的原乡哈，处在偏远地区人口稀少哈，我们的自然的资源相当缺乏哈，当然我们这些年来，我们阿里山乡在我们议长、在我们县长哈、局处长的全力的推动是我们的三地行政业务哈，很正常的、很顺利的进行哈，我们三地行政业务哈。跟一般行政有所不同哈，近些年来，由我们县长的大力支持哈，我们在艰困的环境当中哈，我们原住民哈，能够爱护自己的故乡，坚韧不拔，非常怕表哈，所以近些年来，他们也造就了自己的具有特色的农特产品，还有大力的开发我们风景区，是我们最近我们的农特产品的收入。已经游客的人数哈，也逐年的增加，来到我们山区来看我们的风景区。我想这一点是我们三地行政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效哈，重要的一个成效。当然我们的乡里面的问题仍然还有几个事情哈，还是请我们的县长哈，还有议长，我们县府的技术首长哈，能够继续的关照。第一点就是有关我们的林班的问题哈，林班的问题现在哈，就是在我们传统领域里面哈，我们很多的原住民以及我们平地的这个原居民哈，他们一直反映是不是我们传统领域里面能够林务局哈能够手下留情啊，不要把那个山葵哈这个铲除掉哈，希望能够让他们有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依靠哈。经我们县长在中央开会的时候建议中央哈林务局能够手下留情，不要把我们山葵是这样的一味的铲除掉哈。我想这一点是不是我们请我们县长说明一下哈，感谢哈，谢谢啊。好，请县长。
长、议长啊、还有石议员哈、早安哈、早。谢谢议员的咨询哈、关心我们阿里山乡哈、的这个山葵的这个种植问题。这个山葵的种植大概是在八十几年的时候，有省议会的时代哈、经过省议员的陈请哈、同意在林班地里面，主要是在森林游乐区跟我们原住民区的这个林班地里面哈、同意我们种植山葵哈、那事实上山葵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农产品，可是因为都是在林班地，所以这个农委会哈、林务局它就有一个政策哈、希望逐年减少，希望到105年底，就是今年年底全部都禁止在种植哈、那我们的问题还是在土地的问题啦。那我已经向农委会跟小英总统有陈请过，就是说这个其实山葵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无害的一个农产品，那我们怎么样去发展哈、山区，尤其是原住民保留区的林下经济，其实是应该政府应该用正面的态度去推动这样的一个林下经济啊、所以他们现在也在研讨中。那县政府事实上已经提供70公顷，我们农业处已经提供70公顷的原住民保留地里面的农牧用地跟林业用地，农牧用地跟林业用地哈、提供给我们的山区，特别是我们的周族的这个乡亲们哈、可以种植，主要是山葵，还有一个是爱玉哈、这样的话哈、大家的生产问题也可以解决。那事实上哈、真正去给大家研讨下去，我认为哈、山葵并不是会影响生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到日本去哈、日本很多地方也都是在种山葵，所以我觉得山葵基本上是无害的，所以政府应该是正面积极去。所以我会在中央的那个我们会一再提议哈、就是希望哈、能开放这个林下经济，特别是在原住民保留地里面，给我们的山区的民众可以去种植。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是请立法委员哈、能够在中央的时候能帮我们争取这个部分。第二点就是我看我们县长的工作报告哈、是从那个资料哈、我们县长对我们县的财政哈、这个控制得很好，我们的负债哈、逐年下降哈、那我在这里就是第二点，就是我们阿里山乡的为了增加我们县的财源，是不是我建议我们县长哈、像我们阿里山的那个青竹溪哈、大坂溪的砂石哈、特别丰富啊、特别丰富哈、为了增加我们县的那个税收哈、是不是我们我们这里的青竹溪哈、像来吉峰山太和那边的溪流的砂石特别丰富，还有大坂溪那边，是不是我们县府将来是不是这个一方面可以清除，一方面可以卖砂石哈、来增加我们县的税收？因为那个现在砂石哈、那个输进的时候是带到外面去，很可惜。如果说我们县府哈、输进以后，如果顺便卖砂石的话，对我们地方哦，对我们县的财那个税收哈、财政可能有很大的帮助。是不是我们请，如果可行的话，是我们请我们县长再说明一下哈、好，谢谢啊。这个嘉义县的砂石在几个主要河川里面，我们不算是很丰富的一个地方了哈。那现在有几个县市政府，因为都碰到财政的问题哦，他们陆陆续续都是在开放砂石采石的这个作业哈。那我想我们也会请水利经发哈来研究一下哈，是不是把我们嘉义县的这个河川里面的砂石，要不要来开放给民间来采集哈？那也可以一方面增进县府或公所的财政哈，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来研究一下，是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县长哈。最后一点哈，那个本溪哈，平常都跟我们议长还有县长还有我们县府的局处长哦，有关我们乡里面的山地行政哈，就是原住民行政哈，都密切的配合，所以我们在地方上哈都能够很顺利的解决我们原住民的问题哦。特别感谢我们农业处长哈，我们县长哈，
啊，一些对我们农业方面的，在我们阿里山乡哈，大力推行我们的咖啡啊，这一次得了我们全国的啊神农奖的第一名哦，特别感谢我们农业处啊，在这里的辛劳，特别感谢我们县长哦，对我们山区的不管是观光产业啊、交通哈、都大力的推行哈、那本溪哈、就在这里哈、特别感谢我们县长还有议长哈、过去的时间里面对我们向你们照顾啊、本溪代表我们所有阿里山的乡亲，还有都市原住民十八乡镇的原住民啊、对我们议长还有我们的县长、技术首长啊、表示最高的谢意与敬意。最后还是能够以后继续的协助、继续帮忙啊、最后啊、祝大家健康愉快。本溪我的市政咨询就到此结束，大家阿伯伯，谢谢啊，表现得很好，嗯，谢谢议长，感谢。真的，阿兰今麦给阿伯来，咱先休困一下，休息一下哈、哦，来，先休息，等下再个回哈。赶紧钓，就快钓鱼，原来议长来喝茶了。
冇紧，冇紧啦。迄、那个金毛兄来，金毛兄先讲，迄、那个简单哈。简单就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安尼来，即马就金毛兄先讲吧，吼。啊，咱大会主持人张会长啊，咱黄秘书长吼，啊，咱馆长、副馆长吼，啊，咱各局处长啦吼，啊，咱新闻记者先生哦，啊，咱议员同事啦吼，大家早安，大家好吼。啊，我有照几点啦吼，我先来请教咱的水利处长吼。来，水利处长，你答下就好啦，唔免来头前啦吼。我即马是要请教讲咱溪堤吼，啊，咱的溪堤排水吼，啊，咱下游。啊，做啊遐水啦吼！啊，我是要请教讲，遐做偌长，啊开偌济钱，啊钱对对来。最近吼，我讲去做，好像是伫这个月的月初吼，有去开一个迄个说明会啦吼。他大概开一亿外啦，两岸加高这样子啦。啊，是用迄个六年660亿的钱来做的啦。我知啦，我即嘛是讲。水利处长，我是讲希望讲吼，咱迄条你下底做啊遐吼，啊你要知我住下底吼，啊我即嘛是讲，咱溪堤排水，樱花桥到二步桥遐吼，啊有中央一个桥，啊拢会爬，七三十八大楼拢爬，吼啊我希望讲你去看卖啊咧吼，该遐爱升悬的，也是爱改善的，你遐开一外，啊你讲地河川局来，你遐嘛是会当来遐先甲解决起来。较袂上两边拢会下去啦。福州的梅子台风，你敢有去？有我有去。吼，啊，你也看迄有危险无？有。吼，有吼，啊，我希望讲你迄个桥你也无在了改善，你上边有哪爱加高啦？是。哦，你有哪去地湖专属争取啊？咁就去透过，因为我咱讲实在啊，即莫去讲啊上面，因为拢爱透过关系啦。吼，啊，我希望讲你自己做水利处。处长吼，啊，尽量去提交阮争取一下，敢无？甲迄个议员报告吼，这段吼，因为即摆伊是由下往上嘛，啊，即摆做樱花桥，啊，但是议员咧讲樱花桥甲二步桥这段吼，长度比伊进前做遐搁较长啦，啊，双花算起来是搁较长啦吼，啊，阮即摆我意思讲，唔免规条做，因为樱花桥到迄个桥吼，遐较悬啦，迄个路沟啊，迄个。咱个花就足悬个哦，啊！你对迄个桥个到二步桥，即只低低啊，哦，一七二线边啊，你爱加高啦。有，嘿，吼、哦，每年都有一段，伫个边啊一段有定位啊。迄个就我再来讲啦，你有当时啊吼，莫去讲有啦。争取会议甲你建议，你去看较正。我咧讲实拢半冬，啊，我即马再来你讲嘛是个半冬，啊，你都有哪去地方专局？你讲你讲去行有咧设计啊？啊！顶个你讲叫你设计啊？哎，设计都明年的啦，我知影啦。啊，你都，我正在甲你讲，你迄两条吼，咱讲实，迄你有哪爱去争取啦？是有啦，有纳入后续之后，有咧继续咧争，一直做起来，一直做起来。你知影，你袂使逐个拢讲有，我个人拢会去堆啦，吼，咱讲实啦，吼。你咧叫啦吼，啊，佮即马来就是讲，咱二步桥吼，关了，二步桥你上个堆遐过啦吼，啊，迄桥啊，迄桥哦，足低，我都。头一届定期会，我就有建议啊。啊，较早迄个处长喊我去看，伊讲迄爱交公路局啦。啊，即公路局，咱迄个来做咱公路局吼，咱个建设处吼，迄阵啊，哪有同意咧做处长个款？怎啊无去用啦？啊，即摆来哦，地产伫喊，真危险啦。哦，馆长，我希望讲，我是咧讲吼，因为大了，吼咱布地顶咧。你叫大家也拢合你袂歹啦，啊，拢透过我讲，到我甲你讲，叫带来看，吼、哦。啊，我希望我即个定期会刷，吼、哦。咱个水利处长、甲建设处长，吼，啊，大家带来会勘一下。啊，我联络遐个，吼，传面出来讲，啊，人着馆长着互你关心即件，啊，来大家来共同用力啦，好无？好，迄、那个议员关心即个义步桥，吼、哦。哎。啊，我们定期大会结束之后，我们请那个。建设处跟水利处哈安排现场会开，那咱请咱家李定龙做位搞安尼好。嘿啦，啊你搁龙龙搁叫啥公路局的啦？好。哦，遐处长啊，地水利处的，咱都爱讲地河川局，遐局长拢爱来，无许我当单位我们一起邀请。反正我甲拜托啦吼，啊个你啊个两单人来，莫我失望啦吼。好。啊个即摆就是讲啊，咱个处长，我即摆讲吼，因为即拢我亲身体会过吼，咱个抽水站吼。
你拢用迄、那个，咱个手机上拢有发电机嘛，对无？啊，无话只电力公司个嘛，哦，两种嘛。啊，即摆我就是讲，咱个应该做风采吼，拢电拢会风采供灯。啊，我希望讲你，咱个因为供灯吼，电就无来啦。你像即位，我遐做水就是安怎，你敢知？咱个四台拢落去加，防烫防去，电烫防去啦。好啊，你电烫五十秒，你该用百外秒落去防冻个防去啊。啊，我希望讲处长，你一惊吼，爱去啥，你敢知？爱去用电烫，你爱去加啦。电厂啦，大家迄个抽水站啦，因为咱沿海拢抽水站拢靠电啊电啊，风台啦拢会供电。啊，若无你爱用啥？你敢知发电机啦？发电机做风台来，你甲柴油啊交电就会当帮啊啦。吼、哦，即我希望讲你落去顺从一下啦。感谢议员的建议吼，即点阮伫媒体头有招公司来开两届检讨会啦，吼、哦。两个即落个内容，包括讲甲派去个，啥物准备去甲抢修好。啊，第二项就是讲，针对这个台电吼，一天三工电无，唔对，第三工电有来，但是欠项啦，两项尔，无多嘛是无多用啦。啊，所以讲有个第二项问题，就是讲去检讨讲，后摆两个拄个情况，要哪补强即个后边加发电机也好，还是加移动线也好，有列一个大概3000几关，大概3000几万的改善经费啦。针对台电这个部分啦。啊，这部分我来甲助理处来讨经费，咱广告经费有限啦。好，这个后续会再来。哎，处长，这你爱关心一下，因为这种哦，关系人个财产问题啦，吼、哦。是。啊，搁一点吼、哦，咱个移动式个抽水机啦，吼、哦。是。咱个拢拨号各乡镇去咧用嘛，对不对？是。移动式个嘛，吼、哦。啊，系啊。啊，你个外包是外包，别人去做个，对不对？调度啦，应该是讲调度啦。嘿，你讲调抽水机的部分嘛，是不是？嘿，调的部分是管政府发包的，嘿。管政府发包的啦。是嘿。啊，你我讲听发包哦，你爱用好好啦。我搁讲听哦，我实在有当时啊，真可怜，阮厝拄啊入两改水啦，没水啦。吼、哦，啊，但是有入厝无请人，较歹势啦。第二个就是讲，你电厂崩去，你用去，用去，你叫伊外调的，什么你敢知？迄头倒下下，迄头啦。是。你啊，普通实在训练好啦。啊！你去斗半点钟斗袂好，伊搁走出去搁几点钟啊？阮拄啊第二次入厝啦。吼、哦！我希望讲处长，你即开会你拢爱，不能常常爱训练哦嘛。你甲乡镇公所，你着爱叫人来开会。较早我咧做乡镇，咱全拢毋知三个月啊半冬拢训练一届啊。啊！你外包的包包伊调不去，赌水是赌即百姓的呢，毋是赌咱县政府的呢。甲议员报告吼，即届其实。伊就发包迄个调度厂商吼，调到尾也倒去啊。阮电容我唔接啊，因为咱一般工作的量较其实较六只尔，量较少，所以拢拜托人来标啦。啊，拢硬用拜托就对啊。啊，但是嘛是无人标，是讲变作讲我袂甲你标，我用临时你甲叫我来就对啊。啊，所以你以为你讲的第一个迄个情况，确实有这个情况啦。啊，后来是县政府有过去支援的，我甲阮的厂商，我来调厂去帮迄个伊的工作来调伊的，无法度调抽水机安尼啦。是啊，真的，议员讲的是真的是重点的。我老拜吼，底下移动之后，些调度迄个厂商的训练训吼，我们会加强。嘿啦，因为咱一单哦开啊侪钱啊，你付到这付到调去，嘿用笑呢。你做水啊，你去倒袂好，啊，搁付半点外钟，再搁去调去另外去，走出来提物件去倒啊点外钟，安尼人，互咱讲晒，即有当时啊。即我来检讨啦，我来交公所去做来检讨这个问题。嘿啦吼。看是不是两三个工作并起来发包，啊，无结果真凶啦。是。处长较用心咧啦，嘿，无拢无应该发生，还佫发生哦。人较会讲安怎啦吼。好，你请坐。啊，来咱农业处长吼。啊，不是，迄个处长，我来请教一下吼。咱迄个新养殖场吼，啊，咱迄个嘛新个咱有主题啊。条例啦吼，啊，咱过了国法会吼，啊，咱拢是证明咱发几张出去哦。大会主席张议长，哎，感谢议员吼，对咱自治条例改这部分的提问啦吼。咱自治条例迄当阵，在自治条例提上迄当阵，总共就有91张嘛，吼，我印象中啊，即马陆续有用咱较严格人性吼，啊，所以最近。我应该是签到1-2张尔，一两张，哎对，哦1-2张啦，我你讲诶，因为咱有人，咱即马过来吼，等于较新诶，拢比较咱较严格来执行，所以这进度有较慢淡薄，哎，
处长，还是啊？你敢不知阮议题搁咧控，要搁控场咧？好，哎，请议员继续，哎。因为遐吼，我讲听啦，因为迄个街道要起的吼，咱有拢是法路人哦，啊，以后摕到建造，是阮是对你敢不知？是新起的遐，伊怎啊要起的？啊，嘿，伫阮议题公墓的边啊啦，公墓边啊，离远你敢不知？无两米啊，拄啊隔壁。啊！伊去咧征地，人迄管理员讲：“啊，你来要创啊？讲要饲鸡。”啊，怎啊？管理员就去讲啊，讲啊，太太当下面，吼、哦，汽车会。啊，怎啊？阮二弟吼，怎啊？因为阮二弟怎啊？人就讲，遐人遐祖先地啊，啊，你怎啊叫起落？迄地你会破坏啦。啊，怎啊？就是开始咧扩张啦。吼、哦，处长，啊，这边要解决。这是新场。就拄啊要起个啦，等拄安尼用新发的嘛吼。我唔知伊啥会发啦，都伊讲伊有摕到。啊是，安尼也是以为我回后随找你了解者，咱。无啦，即摆人就要抗议啦，啊我做者你代表无去，人会选啦，吼。啊讲安尼，因为我较早做乡长也向乱一站乱当我啦，啊我即摆希望讲处长，你要发哦，袂使讲五百一千啦，下后安赔一千啦。啊，我较先进来讲三百啦，你袂使用这個，因为哦，人要请这拢是证明，拢咱农业处拢爱派科长啊，是一寡出去会勘啊，对不对？我一公诉起来嘛，吼。系啊，是。啊，恁派去看，你爱第一站就来啊，甲你报告啦。报告安怎？你敢知？讲遐有一个公墓，也是有啥？你袂使讲，迄着清公车好，吼，啊，迄着啥？你爱讲讲啊，就来甲你讲。啊，你爱去甲乡镇公诉讲啊，恁个某某。什么有人要去街场？吼、哦！啊，你叫迄个要申请的，爱去暗乡镇公所，大家打一下，唔通大家拢抗争啦。啊，处长。是，当然，咱无希望看到抗争这部分。啊，所以你得爱，你得爱交代遐科员，科长科员去，你心早就爱用讲好啦。议员回报吼，较大议员讲起来，这我算我才头一次听到吼，因为咱当初是拢。咱当初是 用防疫的角度，拢是烦恼。咱的定迄距离是为着活人嘛，吼。啊，即个换头一个听到讲，街条会影响地理、风水地理，吼。这点我都真正不晓得。处长，你来我搁讲个听呢。伊这矿井，这位矿井不是惊一整尔呢？因为遐公墓二二整呢，遐真大，比阮二整人较济人呢，四五万人住遐呢，遐祖先呢。啊，你唔通讲，啊你去甲气话啦。我我主要就是要甲伊请教，就是讲，我以后要来控制，要控制是要控制县政府，也是要控制，要来控制阮公所啦。你讲拢是予人啊，人伊用迄种建造公所法的啊。是。啊，你公所咧县政府拢是啊。咱。啊，我即摆是要甲带来遮抗议，也是要阮二爹公所抗议啦。甲议员回报啦吼，你讲好啦，你要甲我汇报，你都看看教我安怎，我拢听你的话，我有哪照安尼啦？你若讲我话，县政府抗议，我来县政府抗议啦。第一关吼，其实是为公所者，因为对在地较了解，其实是为咱地方送起来嘛。啊，咱目前县府用的拢是私审、私民在审查嘛。处长，是，公所是惊用农用证明啦。是，我要卖土地，伊去申请啦，唔免征台税。看有起毛啊，有啥无？啊，无准哩，准哩，伊就来咱来恁农业处请哦。是，哎，啊，不过头一届甲，咱一般是甲讲当作就算是邻避设施哈、哦，不过公墓本身有的也算是邻避设施，这所以有人就讲起讲，用个条起伫公墓边引起抗争，这原来咱修法迄当阵原来无甲这个。这个想法起入去。对啊，我即摆就是讲，你后日啊，处理遐科长因处理啦，含一个科员处理。你爱去啊讲，遐内底有啥，就来甲你汇报者。你爱甲乡镇公所的乡长联络啦。好。讲即摆人恁的公墓的边啊，是啥物的所在，有人要来请假释，安尼恁袂，啊要来请的，你爱叫伊去甲乡镇公所，大家协调好啦。啊无你拢是用的乡镇公所，像我较早破房的内容。拢是用的，我会当无甲发建桥。何处长，咱讲实，你我今仔甲你问这，就是要叫你讲的。虽然下下方平拢一千公尺，迄大家知啦。啊，我无在啦。但是我这就是讲，甲你去平啊去
会勘着，你也去甲遐乡镇公所讲讲啊，人家要去加条，啊，你叫迄个业者要申请的，啊，乡镇公所大家踏实就好啦，是，唔通像安尼像真贵些啊，像那你遐真两条拢咧行法尔啦，是，啊，人祖先住伫遐去行法尔够有意思，我注重，或者你爱。心中落去讲落去啦，是感谢议员这部分提醒，哦、你茫当拢是啊是啊爱做啦，咱讲讲实际爱用好啦，哦，咱讲实，啊无即马来阮阁艰苦啦，工作乱乱乱对管政府来啦，啊你看，你看是要去加，你爱含迄个我听讲迄个头迄、那个细红啦，你爱去含伊处理好啦。啊、哦，我来了解者，哈、哦。哦，好是。啊来，迄个处长，我阁请教者吼，想咱个街条、地条啦，啊我要阁扩建。啊，刚才个在青龙市啊，扩建也是要申请，哦、爱申请啦，爱申请。哦嗯、我以前可能我那有会出山者，你爱注意者，吼、哦。好、哦，有人要搁扩建个对。来，我来讲者啦，吼、哦。好，你请坐。好，谢谢。啊、来，咱接着处长哦，处长，我刚来讲哦，因为一路三线哦，我较关心啊一路三线啦，因为咱乡咱县长吼，啊第一期、第二期做啊也好啦吼，啊第三期哦，就我做乡长做啊议员要两当哦。先赶了，因为阮个村长、王村长、县长也真好，甲我讲，伊话你去嘛问买开，才无要做。啊，迄即马进度啊，到底啊，到安怎？啊，咱台主席张议长吼，咱各位议员、律师先生啊，咱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那感谢咱啊黄议员吼，对咱一路三线第三期拓宽工程个关心啦吼。咱即条第三期吼，是伫赶了吼，就是伫咱个和顺国小遐为起点。到新仑第十七线吼为终点吼，全长大概3412公尺吼，啊，一路行咱会拓宽做15公尺到18公尺，总工程费是2亿2314万啦吼。啊，伫即个用地征收的部分呢，阮已经伫今年八月底吼，就完就予迄个地政司吼，迄个政审通过吼。啊，所以阮伫10月18日就公告吼，公告要。即、这个征收吼，啊，所以10月10日到10月17日截止吼，15天内，阮会发放即个补偿费完毕吼。啊，预计伫年底会用甲即个用地来甲伊处置。吼，啊，发包工程部分呢，已经发包一届出去吼，但是迄个到尾是废标啦吼。啊，即摆个目前又正在上网发包中吼，但预计在12月初上万的完成来招标吼。啊，阮会足紧，希望伫明年正月来动工。处长，啊，你招标是工程标还是迄落设计标？工程标，工程标呢？嘿，是。哦，啊，你土地拢无要处置，拢无问题啊。无问题，你这处置。哦，安尼好啦，若无处置无问题啦。是。但是若要处置若有问题，我来讲啦吼。对官僚出去到迄两个泗水厝吼，做迄层先做起来。是。啊，内底迄土地你要掠得啦，要安要安怎？迄另外个一标啦。你唔能哦，管住个村两担外，迄条无在后通啦。没啦。哦，未你讲的，未。一定的，肯定的，你来完成。啊，我讲啊，你个工程费啊，你工作报告写1亿7300万啦，啊，你当初我讲讲2亿外。无，迄是吼包含工程费用，你个讲1亿7000几万，那是加迄包含用地费用啦，1亿7000几万那是加工程的费用。啊，我用地费用4700万，所以加起来爱2亿。嘿啦，啊，你处理无问题啦吼。无问题。哦，好啦，哦，无问题，即个同好啦。哦，我希望讲，嘿啦吼，啊，过来吼，处长。我是有够伤心的，就是你敢知？较早我做乡长吼，啊，咱的地政处长做建设处长，伊建设处长做迄阵来甲我讲哦，阮二德县长一路三线，我从县长阮二德街下面去站啦，吼、哦、啊用生活签落去甲阮设计好正义啦，吼、哦、啊即马从啊地方，即马来林处长林指示讲，迄阵我拄啊做议员啦，啊我咧讲即条啦，伊甲我讲。啊，伊话咧唔要紧，恁个第四处通盘啦检讨过吼，啊，伊要甲我做，啊，即个通盘检讨过嘛要几档个咯，哦，啊，到你个手，你一条无甲咱做阁唔要紧咯，你下面个生活钱内底你后尾来甲我摆地呢，你怎无呢？处长，我讲啥呢？咱感谢黄议员吼，对咱个议题吼，都一个16号道路个关心啦吼。对咱二德公所甲二德农会中间这段拓宽吼，因为这段吼，这段总长是270公尺，跨12公尺啦吼。工程费总工程费是爱2亿900005万吼。啊，因为阮即摆生活圈的计划吼，
哦，因为咱财政的问题，所以阮希望即个市区道路的部分。你财政安怎？另外一回事啦。是，我是讲，迄好不容易安纳入，你袂使甲用。你上南边去考试爱有报名呢，你甲我坑咧，啊无无，你无爱甲我做嘛袂要紧，你袂使生活即一撮甲我摕起来，吼、哦，反正哦，即个够你。我伊个疑问吼，因为咱即摆因为市区道路开辟责任是照你讲是市公所啦。啊，所以阮即摆伫今年的议会有发布一个文吼，就讲生活圈的市区道路的部分，即、這个地方配合看，公所若愿意配合50%，啊，阮就一定会啊优先来甲伊办理。啊，阮就去问迄个发文发吼，咱伊伫公所，伊伫公所拢无甲咱回文嘛。啊，因为咱生活圈的执行，伊是有计伊有时间性的，所以。伊若无敢回问，阮就无可能在执行了，就有迄个退场机制嘛。哦，因为这是滚动式检讨的，包围咱后尾配套的嘛，是啊，对吧？我讲你啦吼，馆长爷啦，你生活圈个用了，因为哦，我有因为馆长哦，搁剩两栋啦，迄条可无可能会做嘛，未有啊嘛，馆长。啊，我听讲哦，因为你可能要留咧哦，后届馆长做。哦，啊，我听讲后届馆长可能会阮去得人啦，安尼阮就有机会你也甲我扛。好，迄个我甲议员报过了吼，伊这生活圈是四档一期，四档一期啦。因为这馆长好意啦，伊即话无法当做，用其他种来等阮，互咱后届馆长。啊，我这是希望，因为四档一届，你爱甲咱用落，啊，我唔够机会，好无？我今这期啦，104年到107年期间内，我都完成，一定会向检讨退场。啊，若是为108年开始的。新的馆长哦，那讲要下率，我就一直加下。好啦，我就来叫阮其他人期待啦吼，期待啦吼。好，处长。好是。好，我再来一点哦，我来请教一下啦吼。阮咧加二二线哦，处长，我知影恁咧路平转啊无啥钱啊。嗯。加二二线。嗯。伫崩山啊，伫坐坐来到，迄个东阿寮啦。啊，我希望讲处长你啦，开会说，还是要创啊哪车哪出去行咧，哪行咧，吼。你啊做来到要挖东阿寮，你啊做一遍，你唔做几过做一遍，你去看嘛，迄偌危险呢？啊，你崩山直直做到草埔个，拢做几条的，到阮二要到，唔是讲咱讲到阮二条个，你到安尼个，你啊做一过啦，二二山啦，你迄偌危险，你敢知？你当阿做个，因为你若讲公路上公路桥个，公路桥个人靠一边起來，公路桥有咧靠啊，啊咱泉州咧做迄无咧靠，怎个封过啊？感谢议员的关心嘛，这个我当然了解一下。我记迄段有可能有准哦，公所等你来话啦。来啦，你要话，我来讲，我唔是讲你要安怎，我拢无关系啦。我也无咧敲刀，我拢塞车啦。是。迄偌危险，我讲你，你当下坐查无线啦。好啊，你啊车小闪，到尾你啊敲刀，含车小闪会拐倒啦。啊，你倒来用去看，哦，二二线、二五线啦。是。二五线是安溪了要通北港啊，反正拢上去咧店主拢有行过啦。迄路偌歹，我阁讲个尔。这边大排人争取起来，因为水会下堤啊，伊怎个做挡土墙？做排水甲做挡土墙起来。嗯。哦，啊，做挡土墙起来，得来铺淡仔甲，因为那铺一边。啊，这边排水，这边个排水会结结啊，安尼水会用过啊。隔两三冬，伊即马我去，县政府甲发包，做迄边无做，换管这边啦。真落雨啊！你到那边来落，你真其实大雾细雾了，你到落雨啊！过啊！你再去看嘛，无人敢敲到啊！我啷个使？啊，这我是安尼甲你讲，啊，你爱去改善啦。吼、哦，你唔通啥拢讲无钱。啊，我希望讲无钱做较短咧，做规过，茫做规，茫做规平个啦。是是是。何尝你话100公尺无法度，你做50多哦？啊，你茫甲做200外米，甲做一平个。本来人无啥会选，搁做一平，搞愈忝。主张我袂平，你啊。你倒来用落去行卖啊！哦，我是安尼甲你讲。好，咱感谢议员的欢迎。哦，你去啦吼。嘿，阮会后阮来去了解吼，到底这个是真正是准这个公线来买，啊，伊封一边的问题，还是阮发包的时，阮设计的时只有封一边吼。你算恁用的无讲好公空啦，迄无啦。好啦，安尼。二五个有啦。好，我来了解一下吼。拄只我一点啦，甲你请教啦吼。咱来咧做桥。哦，桥要卡起来做，敢要做便道？啊，爱看伊迄个周遭的道路的
进行啦吼。如果伊有替代道路，咱就免做便道。啊，伊若无替代道路，咱当然为着要让民众来行。咱会加这个便道。哎呀，我即马就是讲，阮即马迄个啥，海丰桥啦，甲北港桥，咱发包水在做嘛，对无？是。300,000+，我看你工作报告写300,000+吼。啊，遐真就是，你当时当时完工。哦，我了解一下，查一下，知。今年年底啦，明年年底啦。啊，你讲哦，卡落去啦。人要去困难啦，要看伊个一条，迄条便道吼。我会甲你问，这是讲包厢，咱县政府来发工，叫人用便道包厢，无甲咱做，迄爱甲扣钱起来。是。啊，咱若无共设计便道方做，包厢要叫包厢了事，对不对？是。吼、哦，啊，迄伊无做啦，啊，伊无做吼，即款客厅啊，乌多啊，伊用对对困难啦。你讲替代道路一条，就叫人住伫北港啊新店的人怎样徛啦？你若布地要过来，唔怎样徛？啊，无你话，我下早去调地去，你嘛去叫迄标志哦，做好，看要安怎弯，要安怎弯，伊怎啊恶嘞，啊怎啊较早嘞，海丰桥遐啦，是，好，哦，你，哦，主张讲，啊，你也去查啦，查看咱发包是有设计替代道路无啦。甲员报告吼，即件海丰桥迄阵伫设计时，我可能有主持过一届啊，吼，我的印象中是应该是无。因为伊边啊，就是讲你头拄仔讲讲有一条路，啊，好啊，那不，所以要用便道方式处理啦。啊，你我讲听啦，你个时间爱缩短啦。好，你今10月啦，十月啦，啊到明年的12月，你现在76年底嘛，14个月啦，啊，你叫人遐个人要安怎签字，要安怎用啦？我讲你真缩短。伊今啊，你伊今个便道是叫敲倒啊尔，出去拢无法度啦。这个部分吼，议员欢迎阮回来吼，请阮的主办的佮厂商吼，因来检讨看卖啦吼。啊，你我来讲，你有哪爱去看金竹内底看发包迄便道的无啦？好。若无，咱袂使叫人做啊，若有无做袂使啦。是。哦，处长。好。你坐。好，感谢议员。啊，来迄个，我恁来迄个。好啊。啊来，无我佮听后稍微处长一下，处长。咱即马对这个吼，损心债案的吼，补助的哦，补助废气吼，从咱咧塞的即款迄落车啦吼，咱补助的嘛，损心障碍补助费啦。嘿，迄个富康巴士嘿，唔是啦，人诶，变个损心障碍来甲咱清偿咱的迄落咧坐车迄款啦，咧路咧塞的即啥，迄落哦，迄个辅具嘿，轮椅啦，吼，轮椅啦，啊，加一挂这吼，我伊嘛讲。足侪去，我伊定人去找我啦。是，讲伊本来要来请我，拢爱3个月。是，待2-3个月才用领到钱啊。啊，即摆因咧来公诉申请嘛，啊，公诉上来，咱这个补助哦，补助中心嘛，补助中心来审。来去审，因来评估看安会使袂嘛？会使去上公诉，这较紧哦，这都2礼拜就处理了。即摆伊要来甲咱。管政府清钱哦，拢拖2个外月。主要这是人手无够，还是钱无够，啥？因为哦，拢去遐，因为遐拢坐去，感觉酸啦。讲啥？啊，我着靠这个生活诶，啊去用好哦，钱拢万去甲送到公所，因拢无当领。啊，我今仔主要迄个，市长我是好意，甲讲是时间共拖较短，拖1个月来着共处理好啦。不过议员吼。伊这个定数吼，就是讲对伊个辅具中心遐，伊甲阮评估了后，送来阮社会局。啊，阮社会局只，阮一礼拜来，阮就去审查。啊，审查了的时阵吼，阮会核定了后，啊会予迄个购买人因去买嘛吼。啊，因去买了后，因甲因个收据，啊，到摕予公所，啊来申请这个经费啦。啊，这个过程个中间可能是。处长，就是你买啊，讲遮啦。是。伊摕去予公所要核销，也摕来咱局银行拖万年，拢2个月才领到。这应该啊，照这个程序来讲，因为来到阮遮，我拢会尽量较紧。啊，这个部分吼，我会阁要求因讲吼，文啊，这个我会马上来处理。处长。是。市长，我讲啥？啊，人就是去甲我讲，无我无代无事，我去来问这个东西。我唔爱穿过济啦，啊，我又话讲较紧的，唔是讲恁那个，你若较缩者，让伊有一个好感啦。你看是无钱，佮用钱也是无人，那佮另外派人啦，莫佮呾莫共拖啊久啦。
哦，这程序长官也来检讨啦，哈、哦。好，好，谢谢。好啊，啊，迄、那个黄连志啊，你要升迄个你升嘛？哦，啊、文章嘛，哦，黄连志。谢谢，谢谢阮同仁哈，陈文忠议员，你我先讲哈，今天的大会主席张议长，还有我们张县长、副县长，各位局处长，还有现场的媒体记者先生、小姐、先进，还有我们各位议员同仁，大家早。我先问我们文化观光局局长。局长，请问你到职多久啊？三个月过八天吧。哦，安局长就任才三个月哈啊，唔知啊，局长敢知啊？阮民雄有一个日式招待所。大家主席张议长哦，各位议员律师先生吼、哦，那么迄个民雄日式招待所，我已经去看两届啊，吼、哦，迄天陪咱。这个黄议员来，甲乡长亲自过去看一届。啊，谢谢哈。啊，遐面积有偌大、啊？伊日式招待所，伊目前的面积是2.45公顷哦。2.45公顷哈、哦。根据本席哈的了解哈，之前好像我们因为我们张县长哈非常重视文化的保存，还有观光产业的发展哈。啊、所以之前这个所在有经历过啊，啊经历过啊，即马保存是啥咧管理？这个议员报告吼，这个一百年，这个国有财产局就把这个日式招待所拨予咱这个文化观光局啊。那么即马目前伊有迄个7栋的建筑物啦吼、啊，啊差不多3栋，阮陆续拢。即像咧日式招待所已经整修好啊，啊，佮有其他陆续2-3栋最近拢要整修吼、哦，啊，佮有4栋诶，迄天去看，迄条几乎拢还袂整修，所以那么迄4栋大概佮预算起来一栋来讲1500万哦，大概还佮5-6千万的经费吼、哦。那么这个部分呢，我想阮迄、那个阮县长也是一直甲支持讲，即应该整体较应该整理起来，互人一个较完整啦吼，诶，迄个空间吼。咱先看一下图片哈，麻烦一下工作人员。这是我一刚去勘察看的哈，还有下一张。这听说是一些民众放置的一些破烂的椅子，还有下一张。好啊，这要袂经历嘛哈，就等要袂经历。是。那下一张。这嘛要袂经历的，感动。再下一张。再下一张，这哈、哦、这是叠迄、那个草坪上的一个台子哈、哦，啊已经破去啊哈，万一民众在这边休闲活动哈、哦，可以受伤哈、哦，到时又搁要申请国赔哈、哦。再下一张，这栋听讲是台风啊，台风吹袭之下坍塌起来，树啊倒落来，啊都要去卡掉。再下一张。刚动，再下一张。哦，刚就动哈。还有吗？再下一张。这是刚动的，无同角度啦。嘿嘿，对对对。局长。是。这个文化保存区哈，日式招待所也隔壁是中央广播文化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连接嘛哈，按。两个所在呐合并起来是差偌大？迄个中央广播电台迄个面积我是无啊算啊，但是我头咧讲，咱单就这个日式招待所这个广场，这所在大概2.45公顷。咱嘉义市吼有一个快意生活村嘛吼，你知影？它应该有3点多公顷啦。3.4。3.4公顷。然后给咱1公顷。然后他的房子应该比我们多了哈。伊的迄、那个嘿建筑物变较济，哎，起码其实他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哈。
他把那些旧的建筑，然后重新去装修，然后引进一些文创，好，伊内底做侪项诶嘛，伊内底有主题书店嘛，啊，搁有一寡农业精品馆、文创市集，还有一木创馆，啊，因为吼，我闽雄吼，闽雄从山区这边哈。阮凤梨有种差不多将近900公顷啦，哈，有往来，有金鸡啦，有哦望来山，个鹅肉街啦，系啊，个有鹅肉一条街，好、嗯，啊，是咪这个地，这个所在哈，可以把它开发一个像快意生活村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活络我们民雄的一些地方产业。这个甲议员报告吼，这个。咱政府啊，固然这部分的空间征求好了，咱有公告要招标委外啊。但是因为伊这个吼、哦、公告世界无人来招标，伊可能是因为整体空间还袂整理好这一部分。二方面呢，因为伊这个建筑物，伊这是历史建筑吼、哦，伊的使用吼、哦、哇较严谨啦，有规定是讲袂当用明火，而且伊又搁有一个保险的问题吼、哦，这个等等。所以阮目前即马，我是讲，阮若这整体头头报告迄空间话，佮征收了，阮才过来这个委外招租哦。那就这个你其他系统的部分呢，阮现在嘛只是阮较紧哦，甲这个文化部文资局来争取经费吼、哦。啊，拄啊有巧不巧，咱来刚去看闽祥广播园区，伊迄都是文化部咧管理啊。所以我最近已经约迄个文化部文资局司局长，讲要来看一下。吼、哦，啊伊哩迄个，伊既然伊迄广播园区就是因的啊。文化部的啊，所以应该啊，伊也真同意讲，甲这个所在做一个好啊整理啊。哦啊，感谢局长哈、哦，希望讲局长用你的专业，还有你的人脉，这件代志会当促成哈、哦。因为有一个快意生活村，好难做模范哈、啊。快意生活村伊较有也有一个空间的优点，就是讲市内啦吼，啊，伊个伊附近有老火车啦吼，咱家己当然咱会当家己去创作啦吼。如果能够完成哈，因为民雄有这么多产业哈，也可以做一个规划民雄一日游，啊，还有民雄鬼屋啊，是啊，系啊，配合。刚刚我看所有的民雄的，我们还有民雄八景，八景，系啊，配合这一些。迄刚刚我看甲算起来，就是火车站去甲。这个日式招待所，它500公顷呀，它真近啦吼。啊，因为在附近周边有中正大学，咱迄、那个吼，咱、哦啊、表意中心嘛伫遐吼。啊，阮、啊、这个台湾好行这关巴，这嘛吼，你对面有。像这礼拜吼，这礼拜阮公民雄乡公所有举办一个芭乐文化节嘛吼、哦。啊，佮有咱中规处嘛有办一个迄、那个，草地野餐节，嘿，草地野餐吼。这两个这活动都非常非常的成功哈、啊，而且这个地方又是民雄的市中心，是，好、哦、市中心比中正大学遐便利也更加便利哈、哦啊，是在市中心。起码啦，学生啊也要等一堆哦。啊不哈、哦，我因为那一村有一个民雄寮顶村哈、哦，丁寮村呐、啊、哈，以、哦、他那个社区发展协会没有办公室。没有，还有村的办公室都没有，好、哦，所以，当地的居民嘛，一直在建议讲，既然遐那闲置，啊，是不是会当给因做活动中心，够可能？这我懂不？这应该是整个啦，征收了吼，咱县政府才会来共同思考啦，吼、哦，这个地方上的需要，这阮拢会该来纳入思考。好，那局长，谢谢哈。谢谢议员，谢谢。拜托你卡，用心呐哈，谢谢。谢谢。我们水利处长，我好像每一次开会，我都有问到这一条路哈，就是咱台一线，就是建国路三段、二段、一段，好。淹水的问题哈，然后现在三段蛮感谢咱县府跟我们陈明文立委配合哈，三段现在已经在施工当中。那起码二段就是为只看过哈，为
往北看过去哈，就是左边有矮牛啊，好新南村的矮牛啊下阳仔，然后右边有双福村，然后矮牛啊跟双福村的所有的乡亲哈，有这一两年都一直在跟我反映哈，有很多次淹水的问题啊，然后再来是一段，那一段也有村民在反映哈，因为一段那边常常因为很多管路施工的问题，本来没淹水哦，啊，因为管路施工哦，台电啊，还是什么地下管道施工之后，每次施工每更本来淹到这里，施工一次就淹到这里，施工再一次再淹更高啊，所以这处长有什么对策？大会主席、张议长，还有各位议员先生、女士，大家早哈。刚议员讲的哈，首先讲台那个建国三段，就是最靠近牛头溪这一段哈。这个原则上整体的经费大概1亿的，加上管线的费用，会新增设一条那个雨水下道。那业主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哈，哎，感谢议员哈的关心也帮忙哈。这个大概应该最近公文会下来。会调整我们雨水下来到流动的钱，应该从明年度就开始来全面来施工了。这是三段的部分。那你刚刚讲二段的部分哈，其实二段其实这一段应该也是算民雄路、建国路三段呐。三段刚三段跟二段的交接这个部分哦，下游哎，因为这边哈，每年都有一条那个，它好像是应该是加81线跟82线交叉跨界桥梁，那个会阻水，好，而且阻水万能。特几条经纬线来改成这大家，那顺便再修补一下护岸这样子。好啊，至于上游的部分哦，香港这边哈、哦，有两条排水汇合起来，第一条就是咱那个亚姆地排水，阿波兰排水，好、哦、啊，北边的是香港排水落来。啊，但即摆台湾交水是欢迎几啊届吼，这段吼、哦、台一线以东这一段没有计划，伊即摆是伫迄个咱那个埔子溪的支流系统来对，台一线以西这一段都有相关的治理计划，但是以东就是上河段没有，啊，我呢发文，我最近各个水利署催者，是咪叫水管署来重新再过下检讨，吼、哦，长期是要把它列到改善计划进去，或者说大概是要加高护岸还是要拓宽，啊，第几个进前以外有建议，我拢去做先去做收存，吼、哦，注意好水路比较畅通，不要溢出来这样子。啊，至于讲的一段就是挖迄个大学路，要去中山大学一条遐吼，那、哦、主要我这边查的是主要是公路局吼。哦第一步就是讲，它路面上的那个泄水孔哦，就是讲我最高要路面的水面下来最高的水哦，不是那么多了。哎、啊，我得去搞公路局跟另外安排一个会勘啦。啊，至于刚议员讲的说是不是台电啊，或是其他管线单位施工，然后是不是有横过那个香涵哈、哦、下水道香涵，或是说侧过香涵阻水的部分哈、哦。我过来办一个会勘，过了解较详细，来对迄个公路局来改善这样子。因为遐吼会勘好像两次。能盖啊！我在查，今天查弄公路局，好像没有把议题，就是找公路局去，没有找到我水利署这边。哎、欸，啊，我是不是我这次我水利署来主导，我们去来找相关单位再来会勘，嗯、哦，我们再追他的进度。麻烦你积极处理哈。是，谢谢议员建议，谢谢。持续追踪啊哈。是。过来，请问建设处长。你好。处长，民雄交流道哈，经过咱陈立伟张县长的努力哈，开通之后哈，然后也改期经过华兴桥，好啊，经过83线到新中国小这段哈，基本上网民哈，网络上哈，有写讲民雄最烂的路了哈，啊，经过我有甲恁欢迎过，啊，恁嘛是足积极有去处理。哦，非常感谢哈，但是我有一个意见哈，因为是先补一段嘛哈，然后是不是请处长能够重新去规划？因为我感觉这条路是安怎嘞？因为伊足侪拖板车、足侪货车、货柜车，有工业区伫遐嘛，啊有经过遐，啊所以遐的路足烂的，啊是不是可以重新去规划伊的迄个路基厚度不足？可不可以去规划也路基，然后去重新去个这条路去走过啊？不，安那补安那补吼，货车过来，迄、那个大货柜车过来，嘛是同款过海去啊。是啊，那大主席哈，那张议长哈，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哈，啊，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
啊，感谢咱黄议员吼，对咱加八十三线吼，为这个嘉义市迄个华兴桥，甲咱兴中国小吼，啊，这条加八十三线路面的关心啦吼。当然，咱这条拢是文化路伊延伸落，延伸落吼，到兴中国小去往北吼，去要到明洪路桥遐是加八十一线吼。这两条乡道加起来吼，全长要7.5公里啦吼。啊，伊个路宽，大概平均差要10米左右。如果咱若是伫全面来甲小铺吼，爱3150万吼。啊，咱个管道一档啊，乡道啦吼，一档个维护费吼，实际上吼固定维护加6000万啦吼。所以咱一届若要甲伊全部来甲伊处理，实际上是有困难啦，有困难。啊，当然，阮从1902年开始吼，到1905年吼。那嘛，将近投入将近600万的迄个预算落去做吼，啊，无包含着头拄啊议员讲的讲，迄路面较歹的吼，咱叫咱的开口好去紧急修补一段这个部分吼，所以咱一定爱分年分段吼，逐段去改善啦。啊，议员你有讲的讲迄路基的部分吼，我那伫列伫这个我的固定的养护的迄个乡道委员会内底部分，我会一并考虑去改这个设计，甲改善这个路基。哦，吼，伊个挡车赛过吼，袂有迄个车车的情形来发生。啊，1906年的部分，我咪继续来改啊，看即个路较歹的所在，继续来变个经费来改维护安尼。是不是即个进度吼？啊，甲本席讲一下。是。然后让如果乡民在问的话吼，村民在问的话，我可以这样跟村民解释一下。我来随时甲议员报告。进度。好，是。麻烦者甲我讲一下吼。啊，佮第二件吼，民雄往新港那条路，好，因为船长有反映很多次哈，应该也有去稍做改善，但是我感觉还是不足啊，因为都是安全岛出了问题啊，我个安全岛很不安全呐、啊，路口哈，因为您进那个行道树哈，常常遮住视线，然后。车辆转弯，车辆拐啊，然后农民吼、喔、要去做事啊，为遐拐，常常发生很多事故吼、喔，迄段。然后闽南其实嘉义县吼，县足侪路吼、喔，迄个都是因为安全岛吼、喔、上面植栽的一些树出了一些问题。好、喔，然后我请教一下吼、喔，咱迄个景观树敢袂当做行道树用？景观树哦，系啊，哦一般吼，一般。我感觉吼，咱是不是在种植的时候稍微分辨一下，是，一些景观树或者是行道树，因为路种些树啊吼，啊然后台风一来啊渗透啊，或者是因为要修剪的问题，常常要封路修剪，是不是以后种植行道树的时候稍微考虑一下它的树种。咱感谢议员吼，对咱这个一路四线这个管道吼，路龙的关心啦吼。啊，这个路龙吼，我会记咱陈文忠议员吼，嘛伫顶会期嘛有甲讲，啊，我嘛有去处理吼。啊，因为伊迄时就是讲咱这个时开辟时就两边的机车道甲主线道中呢，是有迄个黄金雀龙吼，啊，伊会升了较悬吼，啊，所以伊可能会做吼，就这个机车要弯。哦，左转啦、啊，吼、哦，迄个情形的视线发生吼、哦，啊，伊，阮的当然，这个路龙的维护，阮伫1905年是委托公所来办理啦，吼、哦，但是呢，真正有妨害到这个行车安全啊，影响市区啊，是遮蔽交通标志的迄、那个吼，阮、哦、除了会要求公所去处理以外，阮嘛随时会去注意甲处理吼、哦，啊，陈文忠议员进前的建议性，阮就去处理一届吼，阮、哦、的。也伫迄个安全岛吼，岛头的往两边吼，25公尺吼，我来去处理个伫迄个50公分以下啦吼，所以但伊可能就是咱即个处理迄个频率无遐尼啊悬吼，所以伊会发得较紧，会佫影响着吼。阮后后，阮来佫叫阮的厂商吼，佮会同民安公所去看，还是新安公所去看吼，佮做一届个处理吼。啊，另外佫。即、这个议员建议讲，即个行道树即个部分哦，是毋是景观树会使用的这个部分哦？其实，即嘛是咱伫植栽的时阵吼，一个真大的爱探讨的问题吼。那馆长嘛非常的重视，伊
伫阮个主管会部嘛，支持阮几啊届讲吼，甲农业处爱去研究讲，啥物款个树种较是适合来进行稻树吼。啊，阮之前有调查过一届吼，但是阮即届最近个甲即个嘉义大学来委托因来处理吼，来做一个一个专门的报告啦吼。啊，甲即个适合用的行道树的树种列出来，未来阮伫即个道路啊有拓宽，啊是讲规个设计要换要种即个树啊时阵呢，阮会参考即个部分来办理吼。避免伊个压根啦，还是讲容易倒啦，还是有病虫害等等之类的吼，啊，应用这个鹿茸的情形。啊，谢谢处长，麻烦你用心哈，谢谢谢谢。感谢议员。以上。来，文中央。啊，咱台湾主席议长哈，啊，咱馆长哈，甲咱各局处哈，局处长，以及咱啊议会同事哈，啊，咱的媒体记者，啊。我想吼，啊，我伫即个讲即边选举内底吼，来选这个议员，重点吼，我同注重的，也是咱即个讲啊，南北仑、比亚头、海丰啊，即个做大水的问题啦吼。啊，所以啊，即个讲淹大水，一直无到啊处理好，吼，所以我伫即届内底，我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将即件工课吼，我到赶紧啊，甲完成无，吼啊，所以。啊，我要请问咱个水利处长哈，目前咱这个鼻祖大排哈，这个抽水站哈，啊加咱自洪池，伊个进度到目前到什么阶段？主席张院长，还有各位议员，大家好哈，感谢那个陈议员的关心哦。那个伊这个系统哈，有分主要四大部分啦，哈，背水堤、闸门啊、抽水站跟自洪池。废水堤的部分吼，就是咧提防的部分，用的部分已经发包了啊。好，大概应该是10月7号开工了吼。那闸门最近咧签上网，已经公开阅览了，个就是签上网啊。啊，过来第三波的体育站最近咧在11月2号最速给他原则同意了。我以体育站大概是2.5亿的经费了，以具有采购啊，所以程序比较繁琐。我上去处理树吼，新内部的外原则大家都同意了以后，我才能进入细社。好，啊，即马的11月才刚同意，我即马在赶细社的资料。啊，原则上应该是4月啦，应该4月前应该可以完成发包啦。他应该要到4月，好，因为我这个是国外个内部要审查的。然后至于自洪池是较麻烦些个，因为自洪池的部分哦，伊涉及到伊要很主席吼，这36公顷的自洪池吼，拢是农地啦，啊，拢有农保的问题啦。啊，查基本上目前查个大概有119个农民是有那个涉及到农保资格，啊，这个问题较复杂，吼、哦。啊，阮个咧处理当中，基本上目前进度是安尼。啊，处长，所以咱即马目前的进度啦，哈，啊，到抽水站，吼、哦，遮拢无问题啦，哈、哦。同大问题就是即个自洪池的问题，是哦，伊的征收的问题，土地征收的问题嘛，哈、哦。我之前捌讲过，吼，因为征收土地，即马太侪农民吼，咱个百姓拢啊一直无愿意啦吼，啊尤其遐尼大个面积，啊若是安尼个话吼，啊我会记得伫咱迄个新港公所哦，迄、啊那个公听会说明会个时阵吼，我捌提起过讲，啊咱个农民啊一方面就是伊会失去土地征收期以后，伊会失去伊农保个资格嘛。啊，所以这农保资格，咱要安怎去解决嘛？吼、哦，啊，另外一方面来讲，啊，因规世人是靠这个种田，吼、哦，做伊的职业嘛。啊，土地征收伊，若阁无地的人，伊要安怎？吼、哦，啊，所以啊，我来顺便提出讲，是毋是咱爱去整理咱周边？吼、哦，咱的河川局遐阁有土地无？咱的县政府遐有土地无？也是咱公所。有土地无？啊，咱有法度去释放出来无？释放予遐农民，因为咱征收吼，啊，予农民有法度可以取得到土地无？不过吼，这个有调查过啦吼，地你讲河川地，五叫河川地来对不对？河川地它不完全符合，伊即摆是水利用地，河川地拢为做水利用地，啊，水利用地就可能跟农保的资格会比较不符合啦，较符合应该是爱铺一般的农地就对啦。啊，你农地，你比如讲管建委的土地，照目前的现行的法令，我不能说卖给谁，我要公开招标。
因为土地要出售，它的土地相关的规定可能要公开招标，所以我们也查过，确实是有困难啦。甚至我们要想过说，是不是跟台糖租地，然后来切一个一块一块来租给农民，哦，让他只要租也可以啦，租也可以有农保资格，都想破头，但是可能要用刚刚议员讲的说，核酸体的土地或者县政府土地哦，来释放出给农民的这个部分哦，目前上法令上可能还是有没有办法去执行啦，就是还没办法解套啦。那那核酸地吼，我讲的是伫迄个讲。啊，迄、那个地方外，也是伫庄内这边，啊，庄内这边还阁有无？伊照你讲，河川地即马大部分，你若咱这个比较头迄方面的吼，地拢做起啊吼，大概都是在堤外的啦，就是、在河川的行水区内底啊。啊，迄部分拢是水利用地，你若要讲用遐来做，用遐来做迄个新的农地取得来取代的农保资格，可能有困难。目前上是有困难。应该伫溪内迄边吼，地方外有可能较困难。啊，那我讲的是讲，你讲大概就是咱无去了解嘛，吼，无、哦、去了解讲伫地方啊内内底伫挖咱庄内这边遮，哦，伊地方拢做起，啊，伊河川地这边还阁有无？其实甲议员报告吼，我们调查了很多农会哦，其实农会有一个土地银行的迄个机制啊。啊，我即摆为了这个案吼，最近交这农会来接触来查起来的结果吼。好像现在目前农会这个土地银行的机制不是很强化它的功能，几乎很多农会都没有，都没有来登记的。因为土地银行的机制是讲，你若有地，你来加登记啊，我农会这几个媒介，我可以转借去给需要哈，比如说需要农地，他想要种植的人来做个媒介啊，目前都没有了。那这个消息我们一直出去以后哈，最近哈新港都好像有一两位去在问，他要去登记，就是他有地要卖这样子的。为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啊，这个我们会在努力。借由农会的这个土地银行的机制，因为它是不是公家机关？利用公家机关的土地被释放可能有困难啊。如果说有私人土地来做交换的话，利用那个农会这个土地银行的部分，我们也许还可以，不能说全部人都可以拿得到，但是可能可以解决 一大部分人的问题这样子。我们再努力了，跟农会协调。啊，咱就是要去促成各种无可能嘛，哈。是。啊，无可能，咱要安怎去促成嘛？是。哦，啊，所以啊，这方面哦，咱要安怎去帮忙遐农民？哦，伊。另外，可以处理土地，伊只伊才会签同意啦。嘿，我们会尽量全力来协助的，因为这个系统吼，其实吼，土地闸门吼都很重要，但是收容池是最重要的。收容池如果没有做的话，这个系统的功用可能只有三成不到。好，上多就这在做。啊，这就是重点嘛。所以收容村啊，土地无处理，伊这个功能可能发挥无到三成。是。好，啊，你的替代方案要安怎？目前的施工哈，目前我们还是要推啊，因为整个计划出来啊，如果说我现在还要再走替代方案，本公原地处理处等这个骨骼报告的内容啊，顶头加一本，哎，做痛苦的，哎，这个你可能还要涉及到以前核电的人的责任的问题了。对哇，啊，问题你嘛无信心吗？土地处理你嘛无信心吗？是不是？咱只有提高土地的征收的价格嘛。用最在合法化的里面把它提到最高了。哎，啊，内部我们也协调过，尽量把那个土地的价格来抬高。哎，啊，那无多征收到嘞，安尼变安怎？迄个抽水站自动池有啥物无多发挥到伊的效果？连一半的成果都无，啊，伊的效益伫对个？我即摆想法是安尼啦，吼，就是、说尽量完整的全部把它征收起来了。全部拢征收，但是这百分之百征收，这是最大的目的啦。啊，早期是拢讲一般征收就是强制征收，就是讲反正强制施工、强制执行这样子啦。好，啊，即摆比你们赶快来，是要多用沟通的方式来处理啦。我这边根本是讲，我这边先调查嘞，我是不是可以分期去施工，施作这个自洪池？比如讲，我第一届我不会一届盖的这个三十六公顷啦，我是分一届多安尼做。啊，你那土地？一地无，南一地连做伙，人来人去，你要哪，你要哪去做？所以无可能嘛。这嘛足困难的啊，对不对？哦，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啦，吼，因为进前那水灾，咱去看迄个讲，迄个啊，嘉南大圳，也是咱的东石西山，哎，咱的这个排水系统，哦，拢是做水灾，淹甲拢来到咱的农田，啊，这个嘉南大圳加咱的东石西山。是无水的，所以咱的抽水机，吼，拢摆落伫这个嘉南大圳嘛，是不是安尼？那个 PPT，
迄阵吼，迄是移动性，移动性在0.3 cm 的，零点三尔啦。咱即马比较特别做这個体育站设计起来是有25啦，等于是80倍以上啦。加咱那小型的抽水机啦，啊，那个可能李完讲的还是局部地区啊。这个其实议员的建议很好啦，就是说利用嘉南地的灌溉水路吼，它在台风还要来的时候，一起没当棒水流来，所以一起坑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局部的地方，我们摆移动抽水机？好，那我说的话，调水流来协商一下，先暂时把这个征讨的水面，淹水征讨的先给它抽下去。啊，你但是大面积的话，哈，另外也涉及到抽水机的问题啊。加抽水量也无够，比如讲我要把足济水给抽落去我迄个去干大水面底，你抽水机的量嘛是爱足大。那在讲的这移动型的，虽然是0.3，但对外讲都是大型移动的抽水机。但是如果说跟那个我现在目前比较特别做这个大型的抽水站比起来，其实还是一点点，还是很小嘛。你把抽了嘛，现在靠抽水机啦。啊，这以完这个建议之后，我得在局部的地方、部落的地方，我得用这个方法来尝试看看。那那个洪台做大水的时阵吼，咱那个讲洪灾系统开始。开会咱的迄个水利系统有难，咱配合来做无？参与这个讲协调会议无？水利会吼，伫咱的应变中心，咱的迄个消防局啦，比如台风吼警报一成，咱成立应变中心以后，水利会是没有到我们的应变中心去啦。啊，不过我们水利处自己的应变小组或者运作的群，那我随时跟他联系啦。好，比如包括你的水门去塌掉啊，是讲你有布袋人去捡掉，还是讲垃圾袋去用掉，我们都会随时跟他。我们会跟他保持联系，这样子啦。哦，所以水利系统，咱行政部门嘛，拢全无迄类。目前只有我们水利处跟他有在联系，但是跟我们那个整个灾应变中心的体系，他是没有进去。倒是可以跟我们消防。这就是讲咱的政府内底吼，嘛是有这个讲垂直管理、横向联系、顶管吼，无充分去合作的部分啦。是这个我们来检讨，目前一这边水利会剩一个法人啦吼，他就我们的现在目前大家认定的标准，他是算一个私人单位，啊，所以你被他纳到公务体系来，可能会有一些困扰了啊。我们现在目前水利处私底下在谈好的时候，我都有在跟他掌控，包括各公所就近管理，看水利会是不是有哪些灌溉渠道，你的洪台来啊、拖来啊，你搁咧水搁咧绑啊，我们都会立即制止，吼，立即来做处理。哦，所以这嘛是一个问题点吼。我的 PPT 甲开者，这是咱迄个讲每遍做水灾吼，咱的鼻祖大白吼，水填起来吼，一道吼，下一张。这就是咱边啊，咱看到咱的迄个讲嘉南大圳吼，伊是无水的啦吼。咱边啊的田地拢是淹啊，木吼。好，下一张。好，即咱会用看出讲吼，嘉南大圳拢无水吼。好，下一张。咱若是伫这张图是伫咱的仑啊吼，迄、那个溪口，即、這个讲溪口大白遮吼，伫即个讲仑啊迄个遐一个迄、那个要怪鼻仔头迄、那个桥遐，咱以前遮嘛是拢会设迄个讲抽水机伫遮啦吼。若像这个地点，你若讲有设大型的迄个抽水机啦吼，是咪我会用去解决啦吼？莫讲咱干那这个自洪池遮，若无落征收，咱的抽水站做起来，降低伊的效益。若是伫这个所在，若阁有大型抽水机吼，排落伫咱的嘉南大圳，伊会走伊对去，这嘉南大圳的水为东石西山会走伊对下一站。这已经看出咱的迄个鼻祖大白吼，甲嘉南大圳，咱嘉南大圳就伫伊的边仔尔嘛吼，咱有看到迄个图顶悬就有嘉南大圳，所以这嘛是伊的交汇处，这个黑点的所在就咱要设抽水站的所在，吼，处理是无？是。好，下一张。咱看嘉南大圳的流向吼，伊为这个西边一直走，好，下一张。好，为即、這个讲东石这边来，吼、哦，伊会走啊到东石，下一张，吼、哦，到尾啊，我为咱的迄个 Google 地图，吼、
我无度揪出讲伊个嘉南大船，伊真尾走到对啦吼。啊，所以我麻烦处长吼，摕一张图给我吼，我要爱咱个水利系统个诶，即个迄个图示吼。好，下一张。好，啊，这是伫迄个嘉南大船 B 主川吼，伫比亚头即边遮吼，迄两个点，迄嘛是拢伫咱个啊大白加迄个嘉南大船东石西线吼，拢足接近个所在吼。所以，迄若是怎大型抽水站吼，啊，做伫遐啊，排位咱的嘉南大船队，是毋是有迄个效果？好，下一张，好，啊，过来，下一张，好，伊位南边吼，嘉南大船位南边一直走，吼，走去咱这个讲太保这边过来，好，下一张，好，位太保来，吼，啊，阁下一张，伊会用走来到乌山头这边，这边则是急水头嘛，吼。啊，问题就讲啊，主要要了解讲吼，咱嘉南大船吼，甲东石西线伊这个集水系统吼，伊个支线足济，啊，伊个前尾嘛是位出海口吼，所以才有一张图吼，就是这个讲啊，咱个集水系统吼，啊，伊个迄个东石西线吼，爱排位到前尾去个时吼，走去西边去。伊是为海去，所以是咪即个讲啊？咱会用咱水利系统吼，爱去协调，吼啊，要安怎去控管讲伫啊水灾的时阵，咱迄、那个啊水门吼，伊、啊、排水的水门前尾要安怎去开放？啊，咱的为农田类的一寡即个讲啊积水吼啊，卖哦为产地类。啊，这是安怎去协调，我就去处理这地无。哦，我感觉这是另外一个替代方案啦。咱会用去思考看卖啊。啊，若无啊，自风村若征收无成的时阵，你迄个大型抽水机敢抽会去？啊，伊的集水，你的抽水机启动起来，可能抽无几分钟，你迄个面量大白，哦，鼻子大白的水，要接位倒去？家己不过。你拄仔咧讲迄个东石，我想讲东石支线上北边迄条吼，迄条老是老家五股龙场去，就是咱的迄个四股部落吼。对。啊，四股部落有人曾经在说，四股部落，但我现在已经把它做村落，用村落防护的方式，对村落迄个围堤防线给遮开吼，袂淹水啊。但是有一个当初在治理的时候，有些民众是说，即大家四股龙场的淹水是因为东石支线有顶有一直水来。算五股变迄个水尾，所以淹起来淹啊足严重诶，吼。啊，所以讲东石支线呐，假使讲我要甲迄个水吼，伫台湾海内甲抽落咱个东石支线，啊往西边一直排过去吼，它会经过很多部落啦，正爱控制水门足侪啦，不是那么单纯啦。如果说拄我咧讲诶，遐有几张啊吼，那是讲甲大船北干线吼，诶主干线，北干线主干线为迄、那个。八江开始为台南过八江溪过来，为迄个外溪水域开始往北流，吼、哦，啊！伫埔水域个伫迄个阿南，迄个闽过埔，迄个什么，迄个埔水溪，佮过佮往北一摆，啊！拄仔伫咱比亚头即搭只吼，佮闽南下底落，佮闽过北，迄个八江溪，佮包围分林去啦。这条吼，若讲这条来摆是比较可行，因为它是纵贯线的，吼、哦，南北向的。啊，管伫在咱的东边、西边这个整个一个分水岭哦，啊，讲金边上有一挂水来甲摆入去，确实有它的效果啦，吼、哦，有它一定的效果。啊，即嘛是讲，原这个建议之后，阮会交水利会来监督，因为毕竟伊也是以水利会管的，我甲摆入去是不是要有相关的水门来控管它在一定的范围里面，不要让它越狱，不要像比如说动物之间捞出来吼、哦，沿线为新港啊、六卡啊，佮有东石个这个线吼。很长了，这个距离可能到二三十公里以上，二三十公里是不是？但是我要控管的那个支流的水门会很多，支流的水门会足多，那一点无控管后，惊咱只水冲落来，会去共影响到保卫饮水安尼啦。伊是较长，较可能我是觉得是可能比较不那么恰当啦。啊，也许可以截某一段来处理，但是重点就是讲，这种水利会外交的检讨，吼啊，包括议员拄啊建议的吼，比如讲比亚村这大家吼，啊个相关的迄个溪口的轮胎大家。迄款会当弄啊，来一点一点来检讨。但是即摆，佫第二个问题是讲抽水机的问题。吼、哦，你若讲用移动式的，可能要很多步啦，啊，足侪只的啦。
吼，啊，若讲要固定式个较大型个，吼，伊个一 CMS 大概就要1100万啦，吼，包括迄个即间站，即个铁柱站，啊，包括伊个机电设备，一 CMS 大概1100万左右啦，吼。啊，你若讲要有一定的效果，可能要到5C，哎，甚至10C去，吼，啊，你可能都要几亿个，还是几啊千万这，啊，这个物件吼，比如讲若要用管路个钱来处理吼，阮有变作说查源上会有问题的。啊，你若讲要甲水利署特级，变成讲我纳到已经完成的规划报告里面去，好，啊，这个可能还要再另外再来跟水利署来争取这笔的经费了。哎，这关的甲这个建议吼，纳到后续万一终止没办法完全发功效的时候，我是不是有其他替代方案？多谢议员的建议，我来甲。啊，我想吼，啊，这个经费的部分吼，拢唔敢想讲为咱县政府啦，哈，因为咱已经作善的哈。啊，咱农业官哦，税收少吼，咱的财源本来就少吼，一定要为中央争取啦吼。咱嘛是要中央知咱的困难点啦吼。啊，我想咱的伫东石这边遮吼，咱有太侪农场，拢是大塘的土地。啊，这大塘的土地，伊即阵目前嘛有可能哦，因为地层下陷的问题吼，嘛一直拢无法度去种作啊吼。啊，你伫即个讲咱的洪灾的部分，咱有法度扮演什么角色？吼、哦，日本咧做地下水库，吼、哦，啊，要安怎去啊？将咱即个讲啊，大水的水要储存落来，吼、哦，无直接排落到海底，吼、哦，这嘛是拢一种方式啦，吼、哦。啊，咱要安怎去处理遮？吼、哦，啊，土地无倒去耕作的，吼、哦，你有啥物？咱有啥物想法？吼、哦，要去配合即个洪灾的部分，吼、哦，有太侪方向好来思考。吼、哦，我想这方面吼，爱、哦、麻烦处长，吼、哦。啊，佮去用一寡头壳，吼、哦，啊无自洪处那真是土地征收无成吼，啊，咱遐开很侪钱伫遐吼，啊，迄、那个抽水机吼，啊，启动可能水停起，遐尼大型，你个水接无咯，你嘛无得去抽水，无得发挥伊个效果，吼、哦，啊，若无多个话，就是爱分散，吼、哦，啊，像拄只讲个吼，伫咱个鼻头即边遮，吼、哦，也是其他个点，吼、哦，咱无得去伫即个水头个部分就开始。设置即个大型的抽水站，吼、哦、啊，分散每一个地点啊，排落咱的即个集水系统，吼、哦、啊，所以啊，我想咱的袂用干啦，咱的垂直管理，吼、哦，横向联系很重要，吼、哦，水利系统咱一定爱人民联系，哦，啊要安怎大家去配合，吼、哦，免伊干啦集水予农民尔，吼、哦，农民无水好食的时阵，因集水，啊做水灾的时阵，因要安怎？哦，拢爱去照顾着农民啦，吼、哦！我想这是太重要的代志，吼、哦！啊，这点较麻烦咱处长吼，啊，佮努力啦，吼、哦！啊，无这真是土地要征收，我想也是有困难的，吼、哦！好，谢谢。啊、我要请问咱的政务处，吼、哦，咱处长吼，啊、处长，咱即个讲，我感觉吼、哦，咱嘉义县，咱的青年吼。哦啊，伫即个讲咱在地留落来创业的人，我感觉足少的。是，吼、哦。啊，伫这方面吼，啊，我想咱县政府这边，吼、哦，啊，应该伫创业方面，属咱政务处管理嘛，吼、哦，辅导嘛。啊，处长，唔知道有啥物想法无？是，吼、哦，我们大会主席、议长，我们各位议员，我们媒体记者朋友，还有我们县府跟立委的团队，哈、哦，大家好，我向议员报告，哈、哦。那青年创业的问题哈，那现在我们在开发的一些工业区哈，那我们也有一个辅导的一个平台，哦，那我们也跟一些产官协来做一些合作，我们尽量来协助这些青年哦，能留下来啊来工作，甚至留下来来创业。那至于整个青年创业哈，我们嘉义县政府这边现在目前有中贵处这边在整合一个平台啦哈，那我们相关的局处都会来配合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讨论后续如何来协助我们这些青年。其实跟议员报告哦，假设说像有的县市只是协助他贷款利息的补助，哦，没有一个原则跟方向，哦，无一个真缜密的计划，你都补，伊去贷款你补助伊利息，其实到尾啊成功的机会是无大啦。哦，啊，甲议员报告讲，嘉义县政府这边，阮即摆有伫统筹各局处的想法，哦啊，准备要来。对这一方面来做一个研议，我们副县长这边也有召集会议，在处理这一块的事务啦。我想吼，咱伫工业区内面吼，咱要予咱的少年人留落来，迄是就业啦，
是，迄是甲解决就业的问题啦，吼。啊，咱的工业区吼，即阵咧发展，啊，我想大埔尾伊的发展的建设的困难遐尼济吼，啊，速度遐尼慢，即都是咱的青年朋友吼，无要留落来伫咱遮就业，吼，因为伫这个过程内面，吼，即唔是一段时间。短时间就我就马上处理的，吼、哦！你有就业机会，不过你进前无啊，啊无，所以咱的少年朋友啊，毕业以后、退伍以后就走了了，吼、哦！啊，所以你讲工业区内底下，这是就业的机会，啊，不过伫创业的部分，吼、哦，啊，那拄只处长讲的，吼，啊，伫清创贷款的部分，我想伊的成功的机会嘛无济，吼、哦。无济无唔对，不过咱嘛是爱鼓励青年创业啦，吼、哦！是啊，咱在嘉义市，吼、哦。啊，顶一段时间吼，因针对即个讲啊，青创贷款的部分吼，因为咱每一个县市拢有青年创业协会吼，啊，我目前嘛担任咱青创总会副总会长，啊，毋过啊，我伫咱顶一个会期，我都拢已经捌提起过啊，吼，咱要安怎来辅导咱的青年来创业，啊，要安怎互因留落来，吼，因为啊，咱的嘉义县是啊老龄化同严重。因为咱真是一个啊，足无发展的一个县，吼、哦。我以前常咧讲，吼、哦、啊，三十当前，阮新港的月眉潭比麻衣寮水务处较闹热。三十当后的即马，麻衣寮水务处比阮新港较闹热，吼、哦。所以阮就感觉足悲哀，吼、哦。啊，即要安怎去解决这个问题？咱今仔日咪干阿伫这个创业顶馆咧思考。哦，咱的农业顶管，咱既然是一个农业官，哦，啊，农业方面，咱农业处要安怎去辅导？吼、哦，咱的产农业新时代，到底咱的新时代伫对个？吼、哦，我们要去把它哦更精细的去把它辅导，咱来去做计划，咱让每一个产业我都去发展，吼、哦，咱的青年朋友我都留落来，吼、哦，虽然啊，这个创业吼。啊，清创贷款伊无啥会成功，吼、哦，伊会成功的机会可能干了30%尔，吼、哦。啊，毋过咱看到大陆，吼、哦，啊，你大陆即阵一直咧乌咱的台湾的有想法的一挂咱的青年朋友，吼、哦，因为大学毕业、硕士毕业、吼、哦、博士毕业的咱的青年朋友，伊过大陆创业。因政府补助咱的青年朋友过伫迄边创业，包括伊的办公室、伊的员工的薪水、伊本身创业者的迄个补助，因一直咧补助咱，啊是安怎？因要求咱的遮青年创业者，咱遮有思想、有头壳的人，拢去互诱过，不管伫迄边创业有成功无成功，因拢袂要紧的。问题，伊要将咱的人才挖过。你无成功，伊嘛会留伫遐，有可能伊无民主好倒来咱台湾啊，吼、哦，所以伊就爱留伫迄边替因大陆人做工过，替因提供想法，啊，所以咱要安怎去提供咱的青年朋友留伫咱的故乡，这是重点，吼、哦，无一定是干来讲啊，咱清创贷款而已，吼、哦，伊做无起，伊我都叫留落来，无定第二遍创业伊就成功，因为一遍的失败。伊嘛有成功的机会，吼、哦，咱要安怎去打造这个环境，这是重点，是，吼、哦，啊，所以啊、包括咱的文创的部分，文创的部分，咱太侪青年朋友，吼、哦，啊，他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有创意不一定有市场，吼、哦，我想咧讲文化创意产业吼、哦、会成功无？不一定成功是安怎？做文化有饭好食无？文化应该是政府来做，伊无一定有饭好食哦。吼，文化是政府爱做的，所以做文化会无饭好食。吼、哦，那文化创意有饭好食无？天马行空的想法，吼、哦，叫好不叫做，嘛无一定有饭好食。吼、哦，阿伯安怎？文创产品，它文化创意一定要结合到生活上面，所以文化创意生活产业。靠环境、哦，所以文创产品一定要结合到生活上。那我们还是要鼓励我们的青年朋友留下来，哦、所以我们县政府还是要想办法
让我们的青年朋友留下来。哦，所以嘉义市人因伫市区有人调啊，所以他们鼓励他们的青年创业。那我们嘉义县呢？我们要怎么让我们的嘉义县的青年朋友留下来？哦，我希望啊、哦，我们啊青化处这边要有一个想法。是，哦、好，跟议员报告，就陈儒议员你都要讲的哦，伊的青壮年面向是足快嘛，吼、哦，包含产业、文化观光、农业，哦，这些面向都可以来思考啦。好、哦，那这一部分我们哦，嘉义县政府这边我们也有在思考这一个问题啊。好，哦，所以。虽然青创贷款不一定成功，不过咱嘛是爱做。哦，目前哦，咱迄个讲南迄个信保基金、南大银有配合的管区吼，目前有新北市加分林关，吼、哦，啊加即马啊嘉义市，吼、哦，因三个管区有配合，吼、哦，啊咱嘛应该爱来争取啦，吼、哦，希望咱的青年朋友能留来。哦，那阮先讲，哦，无定有较侪文创产业的。青年朋友，他们到新港哦，去活化咱的传统市场哦。咱传统市场，我之前捌讲过啊。哦，咱若是来做两楼的规划，哦，伫楼顶，咱做一个新港宗教文物馆，哦，从新港即水仙宫、六仙宫、大仙宫、奉天宫，还有精忠庙、哦，姜太公庙，也是月牌特天大地，伊咧为台湾加两三间的庙宇尔，拢做特色的。哦，啊，咱遐做一个新港宗教文物馆，另外一部分二楼，另外一部分做新港在地艺术家作品的典藏馆。哦，艺术家遐尼侪新港吼，啊，包括啊林怀民啦，吼、哦，吴庆啦，蔡进南啦，吼、哦，虽然歌手啦、艺术家遐尼侪，吼、哦，啊，因的作品，吼、哦，林光吉啦、陈忠正、谢东泽，那我们有那么多的艺术家，哦，伊遐做一个。新港艺术家每年三四百万入庙以后，去你楼顶参观了，落楼卡，咱规划一个新港，啊，也是嘉义县特色的产业馆。楼顶参观了，落楼卡买物件嘛，内面有五十大、一百大的青年创业，吼、哦，它有很多的我们嘉义县的特色产品，那就可以提供很多青年朋友来创业嘛，吼、哦，啊，所以哦，咱会有太侪所在好来提供嘛，吼、哦。啊，新港的庙后，遐巷弄拢足水的。啊，咱要安怎来，吼、哦、一挂青年朋友，他们有想法的，他们来进驻，吼、哦，这拢用来思考的，吼、哦、啊，真是爱想办法，让咱的青年朋友留来，吼、哦、是啊，打造咱幸福的一个迄个讲故乡啦，吼、哦，好，谢谢。啊，咱的农业处长。处长，咱迄个讲，咱对咱的这个讲简易型的迄个讲，一挂这温馨物事，咱有补助无？大会主席张议长啊，谢谢议员对我们农业问题一直的相关提问啦。咱目前是这简易设施哈，当年都拢有计划来执行。啊，是咱县政府的经费还是农委会？这一般拢是中央看。啊，咱换照咱的计划，啊，咱县政府完了明年都完了有编列，啊，咱这今年都开始编列，明年完了有咱县府的设施补助要贴出来。哦，因为吼，啊，我常听太侪农民吼，伊拢讲作欣赏咱的分林馆啦。啊，因为我知分林馆因为有绿青嘛吼，所以回馈真太侪吼，所以拢补助伫这农业设施顶馆，后太侪补助款吼。啊，我讲吼，无多，咱嘉义县咱就散馆。哦，啊，咱无法度去补助限制，啊，不过啊，咱有心要去做吼，啊，当然一定做好嘛。所以今年咱即马已经有咧想办法变经费要去补助啦吼。啊，我听到吼，农民咧甲我反映啦，伊讲吼，咱的简易型的迄个讲农业设施吼，啊，农委会敢那唔免迄个啊申请迄个讲啊设施迄个啊。议员是指设施容许吗？咱的建脚，嘿，这个是设施容许，啊，这个是建脚，哈。咱一般拢是会有申请设施容许。农委会是敢那无嘛？跟议员汇报哈，即马看多一项，像咱南回温室拢有加，甚至办保存登记，甚至会使贷款，哈。啊，咱这边的简易型设施，一般拢有的拢有甲农会贷款，啊，不过再往了看法令的要求。以前是太简易的设施哈，
那个很简易的简易设施，一非固定基准，最主要有几项大分类啦。啊，议员个关心，我讲的是无基础的，无基础的啦，吼，啊，这阿公插头的，吼，这款呢，就是一般我那像婚姻观，较多讲的婚姻观，婚姻观是一定要要求较建造，拢爱有，嘿，无基础爱建造，嘛爱建造，嘿，啊，一般拢要求，因为伊用这基础。农委会对这个简易型吼无基础的爱，免一般是希望咱一般是做设施容许，起码你才有法度管理啦。啊，像咱即届风台都真侪，嘛拄着这同这情形。哦，当然这点吼，咱的迄个农委会副主席落来勘察的时阵吼，我嘛有甲反映，希望讲吼，咱的一挂专家学者啦吼，设计搁较用搁较好的迄个讲。农业设施啦，啊，补助款当然嘛是要补助较侪，农民的付出嘛较侪，唔过风台来的时阵较袂损害啦，吼，无像这边损害遐尼严重吼。啊，我咧讲的是这个简易型的，为农民伊都真是无迄个能力，家己用回报哈。简易型可以活移动的哈，当初是因为大部分为了躲避连坐障碍，吼啊，所以才会使算插头，算较简易。啊，不过伊拄到问题就是。风台若来，伊抗风能力较歹。对，啊，即地咱有要补助无？拢共款有补助。系，尤其议员个关心吼，咱进前新港地区，我那有争取着另外一笔，迄流域综合治理，我那有提来，大未少设施，甚至连塑胶布拢有嘛，吼。好，对啦，我讲个是讲吼，那简易型个农民都真是无迄个能力吼，啊，伊要用迄足简单个部分，农委会若无规定讲啊，爱申请容许个话，我看。迄、那个足简单的工课啊，一人农民农委会若无，咱县政府应该嘛，唔能去还增加迄个麻烦啦。咱起码是法令上吼，设施容许啊，设施纳管吼，绝对是未来一个方向啦。因为像即个倒位遐，因有诶，国讲水枪枪，我多过福建了啥，我那是议员迄当阵，我有接触嘛，甲咱主委、副主委还有县长吼，今日甲咱农委会主委建议。啊，就迄个勘灾才会定下来，就是说原地重建倒塌的话是辅助二分之一，这嘛是前所未有的，吼、哦、啊。对对，我讲的这是拢希望讲吼农民用话投入较大的成本吼，啊洪灾来的时阵吼也较袂损害啦吼。啊，不过我即摆针对是讲吼，农委会无规定即个讲需要申请容许的吼，啊迄作简易的吼，啊咱补助款嘛无偌济吼，啊咱就那伫这方面咱是咪？农委会无，咱管政府这边。明年我们现在正在拟定的那个设施要点，这也是县长指示哈。咱农业新时代来得最重要的，讲提，佮开拓以往个工具诶，免让好农民创业哈。啊，最主要个，哎，好因有生产器具，啊，这个一步一步来，这样来符合。对啦，我知这管掉嘛，一直要希望讲，吼咱个一挂农民，咱个青年朋友拢我都投入这方面啦哈。啊，我讲个是讲啊。作简易的农委会若无的，咱嘛唔练吼，因为咱补助款都予人无偌济，啊人去请假容许都，干那搁去画图去请假都搁提了了啊，吼几万块了，补助几万块。包议员，这简手续的部分的简化哈，我们也有来设法了哈。有啊。免像真济人讲啊，爱找台式上，咱即嘛设计的表格上，这部分的输入哈，咱尽量予农民。一般来讲，只要能够书写就能够申请。好，啊，那安尼是较不要紧吼，啊，那无吼，你干那过去吼，一挂大师啦，去申请遐，咱尽量是啊，补助遐尼少都干提了了啊，啊，那有啥物作用？是毋是吼？这手续上我们会，当然咱希望讲吼，伫农业设施顶管吼，咱话希望讲啊，咱的农民能投入较济，吼，较用的建材，吼，和咱的这个。我就伫风台，我就去抵挡啦，哈。啊，好，这一部分我讲，你应该有了解啊啦，哈。啊，第二部分就是讲，咱这边的风灾内底，哈，咱迄个简易型的温室，哈，会补助损害补助，哈，有分无？迄个塑胶布的部分，咱有补助嘛，哈。啊，那是伫乌网的部分，敢有？一般来讲，哈，我跟议员回报了，哈。议员在关心，一般他是针对结构部分，还有设施的批复材，批复材可以从胶膜这部分哈，但我的救助金额是蛮低的，就，哈、哦，
啊，那是设施结构是45,000块，啊，不过个叫有人开始讲起来讲，啊，欧房啊有无？一般来讲耗材拢无在即内底啦，吼、哦，啊，结构原来爱看你损害比例来，原来会做一个。对啦，啊，伊个庇护吼，啊，为需要塑胶布，啊，为需要欧房啊，因为伊看伊个农作物的适用嘛，是是不是？啊，欧房啊讲，欧房啊，我是我看是无伫关顶。对哇、啊，啊是啊，我若今仔去种的物件，的农作物，我都需要乌网啊。啊，你要叫我用迄个塑胶布？包医院一般来讲吼，较需要是塑胶布是防雨啦。啊，网啊，因为网啊分几啊款吼，他说可以讲乌网啊、青网啊，甚至有平织、有针织，所以它的品相上，它如果要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属于耗材类，耗材类较无类就补助的项目来滴。啊，塑胶布嘛是耗材呢。是啊，对哇、啊。不过耗，伊是必要的，吼、哦。一般。啊，欧网啊不必要吗？一般是遮光、啊。所以吼、哦，啊，咱看咱的农作物，伊适用什么物件栽植，吼，伊、哦、爱采光还是不需要那么多的光线，好、嗯哦，所以啊、哦，我那比如我兰花啊，啊，我都一般初期覆盖啦，遐育苗期、哦。所以其实农民吼。哦在这部分，我想吼，伊万无万少啦，吼、哦，所以是咪在这方面吼，伊嘛是有点需要。了解。安尼，我若去修改药店，非常准，我原来来做一部分提议，吼、哦，准调研。对哇、啊，哦，啊无伊，迄、那个讲大大的，啊，伊无需要用塑胶布，你干呐要叫用塑胶布，伊个农作物就适合迄个乌网啊，哦，所以这方面我想爱去思考。好，我把这个几项耗材也一起纳入再考量一下。对了，好，谢谢议员，谢谢议员。那啊，我请教我们建设处了哈，咱处长。拄只吼，咱黄鸿南议员咧讲吼，啊，即个讲新干民雄吼，一绿树山遮吼，啊，即我以前一直讲过吼，啊，拄只你讲。啊，咱伫即个缺口的所在吼，路口的所在是25公尺吼，是唔对啦，应该是50啦，咱已经改50吧。哦，是。好、哦，所以你拄只答复是25，吼、哦，咱即卖已经改50公尺啦。咱已经修改落来嘛，吼、哦。啊，唔过吼，咱迄个讲啊，汽机车即个讲啊，历代吼，我感觉也是相关，因为每一边的迄个讲数据出来吼，啊，也是。有危险性啦，因为咱骑机车开车的时阵吼，迄、那个速度无可能讲啊，你25公尺，咱来看咱的车速嘛，哦，啊，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要朝向哦啊，把汽机车分隔岛哈，迄个历代吼，遐哪有法度处理掉？咱希望讲吼、哦，中央分隔岛会用搁较大些，吼、哦、啊，迄、那个汽机车我感觉迄是造成危险的尔，吼、哦、啊，航道树的部分吼、哦，因为你的护地，你来讲。迄、那个基础都迄个少土，迄、那个讲啊，土吧，你土吧都无偌济，你要种什么树啊？你种什么嘛无效，对无？啊，加冬树种咧，我感觉加冬足好个啊，啊无啥会漏叶，吼、哦，啊伊个抓地力阁足好，啊唔过你土吧迄个少，伊较会大，嘛是袂大，哦，所以哦，我感觉为了行车安全，哦，我们还是要去啊多方的收集，哦，迄、那个讲。咱的警察局这边遮吼，一挂迄个车祸的数据，吼、哦、来分析，吼、哦、咱依几条路来搞分析就知影嘛。吼、哦、数据来分析讲啊，咱的示范道路到底安全不安全？吼、哦、这方面吼、哦，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咱嘉义有桥迄个讲高铁到北港大桥这个拓宽的部分，即马进度搞对个。咱台主席吼，咱张议长吼，咱高议员、律师先生吼，咱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啊，感谢陈议员吼，对于咱这个一路四线这个路廊的关心，加咱啊159线吼，咱高铁吼啊到咱北港大桥一段吼拓宽工程的规划关心啦吼。啊，头拄我讲的讲无唔对，咱那个分隔岛吼，两边各25加海，这个缺口是50公尺无唔对吼。啊，这个部分咱我想吼，因为迄时咱是伫机车道，加咱的快车道中。迄、那个分隔岛，伊是种黄金雀榕，还是足悬的，还是大足紧的吼。啊，迄条路是足长的啦。如果你若全部讲来讲，若讲无爱互影响伊的视线吼，是上好是全部来换种。但是个经费可能爱袂少啦。
啊，所以咱明年这个县道路拢咱回归回来之后吼，阮会增加迄个修剪的频率，伫这部分，吼，包含伫中央的中央分隔岛，也是两侧机车道跟快车道中央的分隔岛，阮拢会甲尽量甲修较长，卖讲加两边拢25加还50，甚至说甲修甲一边拢50或者100，安尼这个方式来处理吼。哎，这个阮的要求，阮的厂商来办。我看专线怎拢加建落加落。哦，爱同安全，因为伊迄是黄金雀龙，伊个机吼，伊个杆诶比较大，啊，所以你甲当真50公分，就是讲咱分界道就已经25公分高啦吼，你搁加50公分，就等于咱迄就切甲剩25公分哦。迄树啊吼，迄个伊，因为它的枝干还蛮大的吼，迄个即个部分过来，可能我们在原因上可不可行啦、啊？我感觉安全较重要啦。因为迄个车祸太侪啦，吼、哦，我以前有提供数据过啊，吼、哦，啊，要是咱百姓的生命较重要。好，即、哦、帮我过过来加阮的啊，可是加阮的未来发包出来厂商来研究看卖啊，吼、哦。啊，第二点就迄、是那个咱永康九线吼，即、這个高铁到即、這个啊，咱北港大桥这段吼、哦，37公里吼、哦，诶，拓宽工程关系，我目前已经规划中。我预计伫年底规划完成吼，我目前是其中报告已经应该是审核通过了，我们会在年底就把它规划完成。规划完成之后，我那个报可能叫下来核定了哈，审核通过过。吼，啊，我这案开始规划完成，啊，规划完成之后，就是爱看这个，因为这个经费还蛮大的吼，所以咱爱看未来这个生活圈，可能叫伊启动这个。这一款吼，迄、那个滚动式检讨的时阵，啊，甲看咱的资源，吼、哦，看有迄个机会他下流落安尼。我记我之前捌问过啦，吼、哦，啊，伊是看咱这边，吼、哦，咱县政府规划好未，设计好未，吼、哦，啊，搁一个咱的注册款，对，咱若有因迄边的，应该都无问题啊啦，好、哦，应该是安尼啦，啊，咱的规划进度问题，搁一个咱家己注册款到底咱有无安尼？这条哈，因为这一条哈，整个的经费是蛮大的了哈。我们目前规划起来好像全部要8亿多了哈，爱备一寡，哦啊备一寡嘞。咱因为咱遐用地征收吼，他都我之前有讲过的，讲咱即摆公路系统呢，伊个生活圈的配合比例，吼除了为1840年是88%，吼中央补助是88%，一直降。感觉咱未来若准讲106年明年还是后年，吼、哦，甲106年是准中央负担85%，咱都爱总工程费爱负担加15%，吼、哦，所以咱个地方个迄个配合款爱提悬。第一项呢，用地部分，伊阁有两个条件，就是讲，如果我用地费超过我总工程费5%个所在，超过的部分完全爱由县政府这边来负担。啊，第三项就是讲，这段道路然后基层道路，较早还未征收的，但是已经开辟道路来滴通行的，这个部分嘛是完全爱由这个县政府来负担哦。所以咱的这个配合款哦，非常的悬，也非常的悬吼。所以这个部分，我爱去加来这个甲财政局吼这边来研究看卖啊，讲啊，因为。这个对未来这个财政上会不会有排挤的问题啊？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边规划，那一边在这个配合款的部分呢，我们再来跟财政局的研议，这个有没有这个可行性啦、啊？对啦，所以嘛是钱的问题啦，嘛是经费的问题啦，哈。啊，因为啊，县长吼一直咧推这个讲妈祖大道啦，哈。啊，任期嘛搁剩2冬外尔，哈。啊，所以。啊，这个马祖大道，我到伫任期内吼，全部甲完成无，吼、哦，这我想吼、哦，这太重要啦，吼、哦，啊想办法来甲克服啦，吼、哦，因为剩2冬外尔，吼、哦，县长任期哦，吼，是，哎，好，感谢议员，好，谢谢。你讲遐那个剩3分钟尔，3分钟啊，本官级咱局长，3分钟都无啥物好讲啊，吼、哦，有，我想吼、哦，啊。局长，剩3分钟尔，你甲想，甲讲，你对咱嘉义县吼，咱啊县长一直要送咱的文化观光新时代，
吼、哦，啊，你要安怎赶紧来甲落实？大会主席张议长吼，各位议员律师，那么有关这个咱陈议员所关心这个文化观光新时代，我先想讲吼，因为咱即摆故宫南面已经好啊嘛吼，啊周边即个就顶几下咧讲个，即个文创园区即个规划起来吼，蒜头藤匠啊茶博馆、摩马街，然后呢，即个像即个布袋即个高跟鞋教堂，啊甲即个山区阿里山即线吼，啊嘛。这个环路这段伊这个紫云寺家落来遮，然后德家啊，甲这个民雄吼、哦，啊这明年呢，这个太平云梯吼都要完成啊。啊，这其实这个叫做四部走廊啊吼。啊，将来是咱文化观光新时代嘛是也围绕在这样的这个区域在行吼、哦。那么，即摆阮是有咧规划讲。像这个新的这个旅游行程哦，没啥规划。啊，即马像迄个，因为阮之前的这个，阮吴县长伫咱的网络已经有规划讲，哦，你即马要倒来佚佗，啊，都有啥物方式要去，啊，有啥物时间，即种是拢规划甲真周到啊。吼，啊，咱即马未来文化观光新时代是，像就讲迄个网络哦，智慧型城市已经即马还是 AR VR， 即已经是爱伫咧文化观光新时代吼，伫讨论啦，大概是安尼。我想吼，因为三分钟了，你讲了不了啊哈。我想吼，迄、那个文化观光新时代啦哈啊，要安怎去带动咱这个嘉义县、这个农业县啦哈啊？我想咱同重要诶，咱爱知影咱的特色伫对个。是吼、哦，虽然咱的高跟鞋吼、哦、啊，造成旧年吼、哦，咱的过年前加咱的过年以后吼啊，遐尼侪游客。不过我认为讲吼，咱的高跟鞋吼，咱的周边的配套还袂好，吼、哦，啊还袂好，遐侪人来，伊后壁伊的效益，我倒持续的迄个讲啊存在无，这是重点啊。所以太侪代志，咱来问讲，咱准备好未？哦，咱准备好未？所以咱即马应该是从咱的特色，咱爱知咱的特色伫对个啊，咱来收集咱的特色。哦，啊，这个唔是干啦文化观光这部分尔。好，那我们的农业。新时代，我们的产业新时代是什么？哦、所以要安怎去结合这？哦，我想，哦，咱在宜兰，因为伊是台北的后花园，哦，所以它有大量的游客到那里休闲度假。那我们嘉义县是农业县，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哦，所以我想，哦，咱爱先在讲咱的特色就对，啊，咱要安怎去强化咱的特色？哦，啊，过来就是咱知影咱的消费者要爱什么无？即马，咱的消费者伊一个休闲度假，佮另外一个家庭是大人带囡仔出来，伊要爱囡仔的迄个伫参访的过程内面，伊去做体验，伊去学习。所以咱爱了解讲，咱要安怎将咱的农业，吼、哦，啊，咱的产业要安怎去行为这个方向来，吼、哦，吼，咱的是大人带囡仔出来，伊有法度来做来咱遮做休闲观光旅游啊。在参访的过程里面，他可以去体验，吼、哦、啊，我都去学习，吼、哦。所以咱应该是南迄、那个讲啊，宜兰要行的路线，南伊相像，啊，不过咱爱个比个较好，吼、哦。所以我一直要推动的，就是讲啊，伫新港，吼、哦，要安怎去推动精致民宿加上体验，吼、哦、啊，每一边来遮会用做深度旅游，吼、哦、啊，予咱的啊每一边。即、这个讲啊，深度旅游内面，咱那个民宿吼，会、哦、经营的咱的青年朋友吼，伊、哦、家己回归伫咱的故乡，伊要做事嘛可以，也是要去做伊的产业嘛可以吼、哦，啊要安怎去啊，予咱的迄个游客，我到伫遮做深度体验吼，即、哦、块应该是哦，咱那个地方的特色爱结合起来吼、哦，啊所以啊，农业产业甲咱的文化观光一定要结合在一起。把我们所有特色结合在一起，吼、哦，是好。就这部分是将达到议员所提起哦，咱嘛有把这个农业这部分放在咱文化观光新时代诶，这个当中啦吼。像咱这个番禺起啊，最近这德佳的柑仔哦，农产品啊，而且即过来就是迄个番茄吼、哦，小番茄，这拢是啊，跟咱这个观光来结合啊。当然，咱家嘛是各有宗教部分啦，像咱新港红莲宫哦，咱普世配莲宫，
还是闽南大事业，但是咱真该办咧神鬼传奇，你看几工啊，然后六七万来游客哦，这拢是伫将来咱一直要搁强化。但是吼、哦，那有时候是一个举办一个活动哈、哦，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它不是常态，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啊、哦，所以我们需要源源不断的游客。到这里来做体验，所以在农业跟我们的产业上面，你要去深化，我们要有内涵，要有内涵。是这部像迄个咱迄个嘉义菜，我嘛甲卫生局咧积极咧推啊，就讲、是、予人来会当食咱除了这个风味菜以外，较特殊的这嘉义菜吼，咱会当予伊有一个迄个好的所在啦。好，谢谢。好，好，那我执行到这里。好，主要要叫来。我就方兰议员时间，感谢伊就愿意借我时间吼。我主席咱议长啊，个咱的议会同仁，还有县府同仁。我先请教这个农业处的处长。来，处长呢？处长，我知道你是农业专家，所以我很喜欢跟你研讨农业的议题。我先想请问你哈，就是唐朝李绅哈，唐朝的诗人李绅。有一首很有知名的诗词、哦、叫做《悯农诗》哦、怜悯的悯，你知不知道它的内容呢？议员，我专长应该是农业，我不是文学的。哦，这个是农业文学啦，哈、哦。是。那个，这个大家应该其实大家都朗朗上口啦，哈、哦。就是，锄禾日当午嘛，那下面你应该就知道了嘛。好、哦，汗滴禾下土，然后，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是、哦、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嘉义县作为一个农业县、哦、其实很多农村的这个就业人口，很多的劳动力、哦、其实都是高度的劳动密集、哦、因为就像那个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这样子、哦、其实每一颗稻米都是从这个农夫的辛劳汗水之中、哦、去获得的。那这个农村人口老化，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农村人口老化问题非常严重，包含就是像尤其是我们嘉义又是以农业为主的县市，农村人口老化的这个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大概几岁你知道吗？跟议员回报，我记得上次看的数字好像是66还是65，对，全国平均是64。那尤其在我们嘉义县是老化更严重，在已经超过65了。那所以你看到那个在农村里面工作的果农也好，稻农也好，哈，菜农也好，大部分都已经是非常的高龄，那甚至有些到八十岁，搁你走，哈，搁安尼多两关，少两关你走。所以我现在想要就是请益你说这个农村人口老化的问题，哈，你觉得有什么解决之道？首先就是关于这个外劳的部分，哈，开放外劳的部分，我不知道你个人或者说县府的态度是对这个开放外劳的。跟议员回报哈，真的是感谢议员这对农村一再的关心了，尤其对我们很多产业的现象哈。这议员你形容出来，的确是最近媒体也一再在报道，农村几乎我昨嘛过去看人等下进挂彩哈，哎，他们在形容啊，现在叫千岁团，哈啊，甚至是去年像我们在采收马铃薯，我们也看到。平地采收马铃薯，问讲迄刚未带来，伊讲喂，阿里山掉落来、嗯，因为山顶拄啊拄着寒害，所以山顶无通无地通。啊，咱台湾世界第一顶的阿里山高山地，嘛是拢为外口对无掉万工啊，甚至过去迄个台中阿里山顶。对，跟议员回报哈，这个部分工刚好我也有做一下田野调查，咱的钢甚至掉加森林，南部掉加新营。啊，咱大概咱即马伫顶间看的工，定为别位再来。啊，尤其像咱个种咸菜，竟然是森林大批面再来工，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公园已经严重缺乏。尤其议员有提到，目前其实以我们的劳动力结构而言，哈，除了现有的千岁团之外了，哈，那些长者虽然在做一些劳务工作，咱看到也是非常辛苦。可是最近几年，几乎一半以上是依赖外配，所以外配补进来的很多很大的劳动力，对它对农村这样贡献。那所以就是说，我想请问你对这个引进外劳，因为有很多的
农村的农友哈，或者说青年的农民，他跟我说，其实因常常请不工哈，而且请到嘛袂固定、袂稳定。那他们就说，哎、欸，是不是有办法？当然这个可以讨论了哈，外劳的部分可以讨论。那你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引进外劳是不是一个解决农村劳动力老化缺口？应该这样子分短中长期，短期绝对需要外劳来引领，尤其很多我们在讲的农村很多。作业环境是属于他们叫三 K 产业的，好，从屠宰一路到畜牧一路到田间那种重度劳动，其实以现况而言，缺工非常严重，所以短期内应该是用。所以你同意特定的行业，对，可以来这个一定要纳管，不是说无限制的开放，而是像一些种苗业，你周年可以供应，那就真的是需要。那当然有很多学者他认为说这个会冲击国内的薪资啦，哈，就业结构啦。是。那所以但是我们也不能放任这个哈，就是我需要用钢的，不钢的进行这里。鲍议员，其实我也会看到哈，嘉义县算是比较少，可是隔壁县我们就看到农业的劳动的黑工也非常多。对对，上次在屏东就有一个案例嘛，对，转向变成是地下化而已。那他真的要抓，那个雇主从罚30万到75万嘛。对。然后还要那可能其实那个产业可能就也没办法运转了。是，那是好几个例子，那是有被报道出来而已。对对对对，那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既然云家家哈，这个是以一个农业为主的这个产业结构，我们有没有办法主动哈去？跟劳委会劳动部啊哈，跟或农委会来申请说这个专案的试点，对，就是跟议员回报。其实这个部分那我们在管理的部分努力了两三年，再想办法来就是透过合理的管理方式，或者说委托相关的机构来做好管理。跟议员回报赞成，而且我们是努力在朝向这个部分做。好，那这个其实也不是我真的要讲的重点了、啊。我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外劳可能就是治标，但也不一定能治本，因为整个产业结构有很多的多方面的问题哈。其实我现在讲就是说，刚刚我们的务农人口，其实他们身体的这个劳动非常的辛劳，那其实也就是会带来他身体的一些受伤啊、损坏啊，有腰伤，整个工作环境非常的恶劣了哈。简单讲就是这样子。那风吹日晒的，那就是关于这个部分，我觉得根本的一个方式哈，还是说就是怎么去改善这个工作环境、啊。也非常赞同。对，那我在大概两个礼拜前吧，我就特地去参观这个云岭的农机展、啊那我去参观农机展的时候，其实当地的不管是参展的厂商也好，还是农民也好，其实他们都很肯认这个活动的用心啊。其实我相信，其实很多的农民对这个农机哈是来减少他这个身体劳动力的付出，是省工设备，对，是非常非常有需求的。好，那其实对一些有心的青农也好，或者说一些大农也好，其实他们这个东西也正必他们必备的工具的。那这个部分我在想说，针对这个小型农机的部分呢、啊，我们过去是农委会好像有处理过两次的这个补助嘛，采购补助嘛。那其实各地的反应也都很好，认为说这是政府的德政，而且实际可以帮助到小农啦、啊、哈，因为小型农机大部分都是小农嘛，那申请的状况非常的踊跃嘛。那是未来的话，你会不会再建议中央哈继续推行这个政策？鲍议员，其实这一次小型农机哈，办了两次啊，他今年那个是520之前哈，他把农委会的一笔基金就全花光。对对哦，那是大。那明年度呢？明年就完全没钱，没钱啊！就我所知，没有编列相关的预算。对，农委会那笔钱，他用那个扩大内需，就一下把农业基金那个部分全花光。那未来这些小农怎么办呢？抱怨，其实我觉得，与其哈、就是灾后再补助农民的损失，当然农民很辛苦，天灾很受创，很可怜，但是。与其这样子，不如就是在生产的时候帮助他们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嘛。因为这个说法我非常认同，因为就是从产业结构部分来做升级跟调整，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了。尤其像您提到小型农机，我也跟议员报告一下，当年农机展是我开办的，从一路到现在，没有，可是现在是第五届啊，第五届，没有，他是从第八，算是第八届。是。
因为这是一个创举啦，其实因为最早小肯定，因为国内一直没有。那你会不会在我们嘉义也办一场？我们也在争取。对，因为它是秋季嘛，那其实农民一年应该，我觉得可以多给这个机会，也许春季我们也可以来。不好意思，这一般来讲，农机展哈，甚至我们连同国内的几个大型农业展，我们也都期待哈，就未来会有几个农业县来。我们现在也向中央这样建议了，有几个农业县来轮流办理，轮流像大家嘛挂乡嘛，好，那这样其实是扩大这个整个的参与度了。好，那我现在刚刚讲就是说这个小型农机的补助，我个人是非常的认同了，是支持。那你说既然中央明年没有编列的相关的预算，可是中央又另外开了一条哈，对，就叫新农机的部分，就等于你有需要哈，目前它也还在研拟当中，可是。就等于说，最主要是省工设备，就是第一个部分还是要克服劳动力不足这部分，所以是省力农机。我记得今年、明年可能会编列到2亿的左右的农机预算来做。这个议题哈，我希望你作为农业县的这个农业首长，你要跟中央的持续反映，而且要是争取这部分的预算哈。其实这部分帮助我们的小农友，好不好？好。好，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小型农机补助可能还有存在一些。补助上面的缺失，比如说有人会质疑说是不是有土地厂商，啊，因为他本来可以，因为我们有所谓的牌价跟实际售价嘛，那他可能就是说平时是买实际售价，但是，遇到有补助政策的时候，厂商就是坚持打那个牌价被卖，结果补助拢是去吼，等于讲拢是入去厂商，利润连到去遐，掉去遐吃掉的嘛，你觉得有没有这个现象？某部分的畸形有嘛？对啊，所以这个部分执行上、技术上还是有一些是哦，你要再去研拟说如何怎么样，真的帮助到哦，实际帮助到农友哈。好，再来就是刚刚讲的是小型农机的部分，我现在讲大型农机的部分哈。以前哈，我们农村都有代耕中心，代耕哈，然后就是或者说五哈，我细汉这样好像透露我的年龄，我细汉哈，我。牛厝的厝边吼，佮有牛条，内底有水牛吼，啊，迄牛就是拢大家，你讲会当摆啦吼，摆啊，大家算讲会当去就是借用这样子啊。那也有像以前一些爬那个稻谷机啊，一些机械也都是这样子。那这些大型农机吼，它的问题就是说，它的购置成本很高，那维护成本也很高。那一年我买了一台回来，可能我用不到几次。好，那所以说它有没有办法去发挥这个分享经济的这个功能哈，就变得很重要。那目前很多的农友，其实台湾其实基本上是以小农为主的结构嘛，那很多人是根本就没办法去买大型农机啦哈。当然有些人买大型农机，他会去跟人家代耕，好代操作这样。那我现在想说，是不是我们政府有没有办法提出什么政策的补贴也好，或政策的利多哈？可以帮助，就是说，比如说去推动公共租赁，好，农机租赁这个方式，就是说，如果农民他有需要，他可以透过租赁公司，当然这个租赁公司里面要透过一些政策的方式去把它找出来，好，然后透过融资的方式去，就像我们现在租赁汽车这样子，对对，去，有就是说这个新直租新机的哈，直接租这个新机，就是农资租赁的方式，那或者说，他农民他可能。他有买，但是他可能不知道很多的就是说，当然除了有些人跟他借用以外，哈，代抄以外，就是他是不是可以在就是售后回租给这个租赁公司，然后让有需要的人再去利用这个农机，好，那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有办法透过公部门也好，或者说农会合作社，好，我们给予他们补助，那他们来。购置这些大型的农机，然后在一个平台上面让大家来共同利用，产生这个分享经济的效果。跟远回报哈，目前我们那个代耕跟代收这边，我们都有造册了。这以前咱有拄到的状况，讲同菜要来，然后抢嘛，对对，抢收，那时候就发生过一些憾事哈。后来农粮署也有把这个部分就等于说有纳管，然后整个代耕业者，我们会列名。列入名册，中耕机啊，对对对，啊，这个大型，尤其议员在提的大型农机，目前像联合大型收获机哈，目前购置最多的是小地主大佃农的
有申请的农户哈，几乎都那种上千万的生材器具，对，那整个买起来真的很可观，几百万啊，甚至上千万。那像议员在提的共享经济这种想法哈，目前他农机碰到的问题也是像议员刚刚提起的，维护费用太高，而且操作不慎。你看，几百万，因顶个有人联合收获几只雷，去割掉呢，那个损失将近百万。对，好、哦啊，所以那个他们在讲说，这种东西要没有受完训练的人去开这种大型农机，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们还是会比较倾向，就是说，这个物权上还是由专人来处理会比较好，因为这因拢是贷款雷。对、欸啊，所以我讲是不是农会有法度扮演这个角色？是，目前农会像融资的部分哈、喔，这也是刚刚议员在提起来，就是说农村目前碰到困境，怎么样结合金融工具，尤其像融资部分，像这人讲我是无钱好买地，无钱好买设备，像这咱个把这想法就刚刚在提的，就是说把农信保纳进来，把农业金库纳进来，其实。甚至把农会纳进来，让农民有能力。其实我觉得说，现在农会、大部分都是转变成一个赚钱的机构啦。其实农民、真的实际社会可能还是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比如说大型农机公共租赁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朝结合农会的这个组织、去推动？因为包括在金融上面，包括说他去担任这个、出租人，他去采购，然后再。借由这个他自己建构的平台去提供租赁，这像日本哈、那个无人飞机在喷药的那个无人飞机哈、都是农协采购，然后出租给有执照的农民去代工啊，这个就议员刚刚提起的类似共享经济的这种想法。那他操作人员他也会。要受训哈，要比较专业一点点，不是说随便人都可以操作，反而造成损害嘛。明年度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哈，目前也向中央在争取中了。而如果有这一类比较好的消息，我已经第一个跟你好，所以我最后就是意思就是说，小型农机的部分哈，这个补助哈，你要极力的继续反映争取，然后大型。农机的部分还是希望你来推这个公共租赁哈，农机租赁的政策。目前包含小型农机的开发哈，其实我们新政府上台后，其实也有责成像国内的几个农机的学校也在做这部分的开发，所以这个应该会有些好消息。好，好，农委专家你责任重大啊，谢谢议员。好，谢谢，请坐。谢谢。我再问一下那个我们的警察局长。决定，拍摄，你讲电话。决定，我知咱即马吼，我们最近常在那个社会新闻哈、电视媒体上面看到很多那个骑摩托车的骑士哈、一不小心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就嘣，就被一些大型车辆、砂石车、连接车哈、就压死了哈、碾毙，然后就那个都很凄惨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现在嘉义县有没有你统计的十大的这个就是砂石车重型车辆哈、产生就是比较容易导致车交通事故的危险路口？那这个资料我现在手上没有，我会先马上来做这个。好，那就请你准备好，然后跟那个建设处好那个结合。OK， 局长，谢谢。好，这结合这个建设处哈，那建设处长就是说。这个部分哈，你请我们的警察局统计出哈这十大交通事故，尤其是重型车辆是啊导致的这个危险路口。那请你就在嘉义县哈，先把十大危险路口进行这个路口的交通安全改善，包括反射设施哈，或是退避空间啊。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他自己停在那停好好的哈，而且讲都要红绿灯，然后一停下来啊，边啊随行的这个重型车辆他要右转，有些是路口他可以右转，好，然后他就这样子过去就被憾事就发生了，这个我们其实都看得蛮多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两个局处哈合力把优先处理十大的这个危险路口，做好我刚刚说的安全措施、反射措施、警示措施，还有退避空间，好吗？这可不可以承诺一下？
好，感谢我们何议员哈，对这个交通事故的安全的交通安全的关心的哈。那这部分我们会跟我们局长这边哈，来统计出来哈，然后再针对这十大路口，我们请我们同仁去会勘，那看研议怎么去处理的哈，把这些交通安全设施、防护设施把它做出来。好，嘿，是 OK， 好，那就麻烦你们。我看你那天关心，我们也把路段也做个统计。好好，谢谢你。OK， 谢谢，好，谢谢两位局处长。谢谢。好，好啊，阿那今天会了，个结束吼，来。